那块啊，我拿个牌子，叫啥名啊？叫加代啊，叫加代。行行行啊，我知道了。反正那个老妹儿啊，你可得好好照顾我啊。你放心吧，你我啥人呢？我是啊。哎呀妈，你是好人好像是。好了，嗯，好了啊，那明天我让他过去啊。好了，嗯嗯嗯。那你看，这头我联系通了，那小门叭叭叭一敲啊，那小步给你走的，那小腚给你晃的，嘎啦嘎啦嘎啦，进屋了。哥几个也瞅，妈，再哥一瞅，姐回来了，啊。姐可舍不得了，那啥啊，那个电话啊打通了，啊，咋说的？那啥，明天呢，咱呢买个票，你就上那个广州吧，妈，到这个越秀区，妈，到他们这个站前，就流花街那块儿你就下，到时候啊有人举个牌儿，上面写的加代就是他啊，啊，行姐，那个姐你说那事儿啊，啥事儿啊？尬有的不是，你看你啊，不是那个啊，就那事儿，可千千万万要把持住啊，那家伙能给你抽干了，对吧？都不那不都多了，姐不说了啊。完，姐到时候哪没还是想你，完我去看你去，行不行？行姐，那谢谢你了呗，谢我啥呀？那我好闺蜜跟我关系可好了，真的可好了，就人呢就有点什么放荡不羁的，妈成那么好尬有了，你可千千万万可别让他给你霍霍了啊！哎呀，行姐知道了，妈，那啥，那你早点休息呗，是不是？我说两句嗑，妈，这个雅青啊、汉语、戈登、四宝子，哎，戴哥，哥这一走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你们也了解哥的性格，我这人呢，干啥像啥。我这次啊上广州，我要不混出个名堂来，我指定不回京了。妈，哥，别那么唠啊，搁那边不行了，这家里这么多兄弟呢，就回来呗。不，我就这样的人，我要么不做，我要做，我就得做好了。等到时候哥好了那天，我把你们全拉拔起来。哥，这俺信。哥家呀，你们都照顾好自己，好不好？哥，放心吧。老爷那头我还没来电话呢啊，我估计我爸跟我这事儿啊也上火。嗯，等我到广州吧，我给他回个电话。完了，你们没啥事儿啊，替我去看看我爸去，行不？这你放心，大哥，这肯定的。妈，那老爷子自家老爷子吗？行，多我不说了。完姐呀，完有机会，完你上广州去呗，是不是？姐可舍不得了，姐呀，这个总有一分，是不是？等你将来去的，到时候我接待你，能尬呀我？哎呀，那什么，那啥，完了之后，姐，你看你跟哪屋睡呀、啊？我上那屋去，你去不去？我不去，姐，我搁这屋我睡一觉，明早起来人不就走了吗？行，那我知道了，嗯，那我知道了，那我上那屋去了啊。特意穿的小裙儿，嘎啦嘎啦嘎啦，这都四月份了，哥呀。那北京城都热乎了，那你更何况广州呢，哥？那家城他妈热了，穿他妈三角褛子，那咱说白了都不得劲儿。不是姐魔怔，姐是没闹着，没闹着，你说他能不魔怔吗，哥？是不是？他必须得魔怔啊！总是说来呀，你整哈，那不行。哎，戴哥不是那人呢，你还得了？自己呀、啊，独守空房啊，默默的流下了眼泪。妈说，你看看。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讲究的一个人，那就是我心里那么的一个白马王子，那怎么就他妈跑广州去了呢？你说不去还不行，给退起来咋整啊？你说都为了我这人太他妈仗义了。你说哪怕你说你临走之前是不是你给我拉拉点啊？咋都行，你这咋不也不拉拉我呢？就这么的哥，你说不得能得劲儿吗？哥是不是？哎，就这么的。那这头啊，当天晚上。随着自己的眼泪呀、啊，也睡着了。戴哥跟那几个兄弟呢，也唠了很多。妈，欢迎我姐夫，就这么的。那么你看完事儿以后，来到第二天早晨了，小妹儿一个，妈还有当时的雅青了、汉语了、四宝子了，还有当时葛登大哥了，那再加上说戴哥，一共说五男一女六个人。那么你看，打这个小车直接就来到北京城，也就是说这火车站了。妈买完票以后，当时是9:50的票，那即将要上车了，那小妹儿姐还不得劲呢。到那嘎达，老弟呀，照顾好自己。那嘎呀，不比家。但是吧，姐跟你说句实话啊，那个，我那朋友啊，人真不错，妈，就是好尬哟。除了这方面啊，他都挺好的，人挺仗义的。你好好跟着他。如果说你俩有啥摩擦啥的，或者是不方便的事儿，你给姐呀家里电话，你不知道吗？你打个电话，妈，姐呀给你摆这头，行不行？姐，那行，我知道了啊，照顾好自己，戴哥。你到那边有啥事你打个电话，兄弟们冲上去。不用，大伙儿你们搁家我就不惦记了，我到那边你就放心。妈，不行，那个姐跟你说那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姐啊，这事儿啊我暂时不能考虑，我也没那心思，卫生间还挺方便的，就不行就看一下子呗。对呀、啊、你说你咋跟小孩似的呢。妈，早晚啊咱能有机会啊，
早晚他妈有机会，你不让别人给尬腰了吧？行啊，那啥，我姐不能说了啊，我心不得劲儿。行了，姐妈兄弟们，你们回去吧。哥呀，不混出个名声来，我不回来。妈，哥，你注意安全，放心吧。戴哥呢也非常的潇洒，当时穿了小长那种衬衫，哎，当时穿了小牛仔裤啥的，穿了那种小旅游鞋，背个小包，叮当当当的，人就上了火车了。那你看当时啊，他这一上火车，那小妹姐直追呀、啊，哦，那高跟鞋直追，哈、啊，可注意点啊，可别让你干扰了啊。来电话，给家来电话啊！打你电话啊！那那样是疯了，哥呀！哎，那样是疯了，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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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啦哇啦撵，既然高跟鞋脱跑了撵，光脚妈，就这么的。那你看啊，戴哥，这一路啊也想了很多，他也不知道前方到底是光明还是黑暗，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那边，如果说好了，那可是皆大欢喜了；如果说不好，我是不是要回北京城啊？当时戴哥一想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这个事儿给断死了。说我不混好，我搁那家当三孙子，我都得给他混好了。因为家里这帮兄弟太穷了，太难了，没有任何势力，也没有这个玩意儿，也没有正经八百的这个买卖，对不对？只有我先踏出来这一步，我得混个人模狗样的，才能把这帮兄弟拉扯起来。不容易，都是发小，光屁股长大的，对不对？就这么的一路上想了很多，到那边的这个也许是好，也许是不好，但是总之啊，你没到那儿呢，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对吧？叮当当啷来了，到这儿的时间，老哥们啊，咱也不知道几点，好像是中午，不是一点，不就两点到这儿了。当时呢，这个姓霍的这个女的，叫霍丽丽，这女的呢，整小牌，身边呢也跟了好几个男，就是那小男孩啊，可能是他小弟，也不是咋的哥啊，给他举牌呢，晃呢。啊，就这样式的，那个这人啊，咱也联系不上，是不是？完了，这个咱们就搁这个出站口这等着。妈，那牌举高点的。哎，霍姐，你放心吧，妈。嘎嘎嘎嘎去，穿的呀，姐呀，那也是说非常的得劲儿啊。妈，你霍丽丽当时应该是比戴哥不是大五岁，就是大六岁。哥，那时候广州天热呀，穿啥呢？哥，穿那老跨凉背心儿。什么叫跨凉背心儿呢？就是有个带儿，哎，再有个带儿，再有个带儿。完了，这一方位下来了，妈还露肚脐眼呢。哎呀妈，那裙子不是裙子，哥，就是那个当时那就是那个牛仔裤，它不叫牛仔裤，叫牛仔裤衩。那玩意儿穿的，哥，哦，好像那衣服一盖下来没了似的。那能有这高弦啊？那一撅狗瓦腚，你都能看着。哎呀，煞白的，那通红是不是，哥？那样式的，哎呀，就是穿的极其的，就是那就是杆杆呐，妈。哎，当时嘚儿老那小拖鞋，那小拖鞋穿的也是非常的高档啊，哥。哎，这吊带，哥，你看我哥整那玩意整的好，我都不知道吊带是啥玩意儿，妈，就那个意思。哎呀妈，那当时啊，头发大波浪，哥，哦，天哈马也是热，哈马流水的，是不是？啪就给你系上了啊，哦，拿大皮套给你一系，搁那一站，个头啊，老哥们得有1.67米左右。哎呀妈呀，长得还好呢。妈，那他妈眉毛可能也是做的，那眼皮子也是不知道是嘎的几层啊，哦，反正眼睛老大，大青蛙似的。妈，那你再看老哥们那小鼻子小嘴啥的，你瞅吧，哥，你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嗨，是不是这么事儿？就这么的，搁这么一站，那你看啊，这兄弟啥的搁这嘎头啊，都搁这听了，瞅吧。妈说，姐呀，这咋还没来呢？不着急，妈不着急。那你看，从北京到广州的这火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妈。戴哥呢也已经下车了，对这个地方咱说句良心可是陌生的，一个在四九城玩了这么多年的这么一个人，那你看突然间跑到了咱们这广州，哥，他心里头啊是有落差的。因为啥？可这嘎谁也不认识，除了这个叫霍丽丽这个女的，他谁都不认识啊。一出站，但这头戴哥也找过，因为搁家说了，说这个举个牌上面写的家带吗？姐呀，一会儿都给摇懵逼了，这太夜了，这爷爷，哎，还没来。那你看，戴哥也东瞅西逛呢。要说霍丽丽这个女的，为啥，哥，她这么厉害呢？那眼睛贼毒，就在他妈你说都出战呢，哥，那老些人当中啊，他就感觉这个人就像，为啥呢？戴哥也傻嘛，他也搁这傻嘛。那你看，戴哥就往那儿瞅瞅啊。这霍丽丽当时咋想的呢？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他家还怕我他妈尬着他？我啥人呢？我是啥人都干过这玩意儿吗？当时往这一瞅，哎，不能是他吧？那你看戴哥往这瞅，往上一抬，一看那上面有个牌，上面写的家带挺老大呢啊！戴哥往这走，老弟你好，哎，
哎，姐你好，你是佳代？啊，对。你是肖姐的弟弟？啊，对。啊，那么好啊，咱们认识一下。我姓霍，我叫霍丽丽。啊，霍姐你好。妈，来，初次见面握个手吧。啪，这手一搭上，成他妈嫩乎了，姐，那小手啊，那可细份的，可能也没干过啥重活呗，人家条件也好，妈没干过啥重活，那小手可他妈好了。那你看那一捏，带个八百手抽回来了。那你看这个时候呢，这小丽丽呢就开始上下呀打量。啊，那个老弟呀、啊，多大了啊？姐呀、啊，我今年28。啊，这天挺热的，是不是？哈，姐确实挺热的，那把那衣服往上撸一撸呗。不行，姐带你买套衣服去。不用姐，我这有半袖。哎呀，穿的不行，妈穿的不行。以后啊，那个小姐跟我说了，让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将来给你安排点什么差事。嗯，这头啊，眼下呀，你的穿着打扮得换一换了。妈，你这穿的有点土啊。姐，不用啊，你看来了给我买衣服啥的，再一个我兜里头确实也不太宽敞。你看你说那是啥话呀？啊，那孝姐呀，人家是我的姐姐，妈，我俩关系贼好，你是她弟弟，是不是？应该的，妈，走吧走吧，妈，那啥，把车开过来。当时老哥们，人家能开那车，得说啥呀？真的，都得他妈50-60万、70-80万小车，哎，大轿子，嘎啦嘎啦的开过来了，有司机。妈，那个老弟呀，哎姐，上车吧，戴哥都没见过，哎呀。哎呀，姐夫，那我坐这儿，来上车，妈上车。那个你们坐前面来，我跟老弟，我那个就给老弟坐后面。啊，那车一上凉瓦的，哎，都是小空调，姐，那大的可好了。那你看，啪往那么一坐，来往咱们那个越秀回，妈越秀回，往这越秀一回，直接就来到越秀最大的商场了。妈，那个给我停这儿吧，妈，你们搁这等着，来老弟随我上楼。姐呀、啊，这是哪儿啊？哎呀，跟我去就行了。妈，来，你看。这一来到那嘎、啊、老哥们，你像咱们现在知道是到哪去刷个卡，那时候90年代老哥们，人家过去出门啥的哥啊、哦、那到哪去都得打招呼。哎呀，丽姐来了，哎丽姐，哎丽姐，都这个，就是卖服装的，不管是男女老少，那一见面都得这个。有钱儿，妈条件是绝对的生性，那这个时候说啥呢，戴哥不知道他是干啥的，那就跟他混呗，搁后面跟着。那个老弟呀、啊，一会儿带你去几家那个卖衣服的地方啊，带你看一看。姐呀、啊，不麻烦了，哎，没事没事。妈，哎，丽姐啊，忙着呢。哎，来来来，往里走，往里走来。叮了咣啷，叮了咣啷的，这一来以后，那早的当时老哥们，那你说是名牌啊，掏他妈都叫不上来，说什么啊，什么尼，什么阿玛啊，阿玛尼呀、啊，还是什么逼玩意儿，咱都不懂啊，哥呀。妈，那家伙你进来都大品牌呀。妈，那你看叮了咣啷的这头，把那个。半截袖啊，那个颜色的一样的给我来5件啊，还有这个裤子怎么样，你看适不适合他穿，适合他穿的一样给我来5条啊，还有你家那个鞋，来多给我来几双。那都这个哥，哎呦我去，都老吓人了。那老板一瞅，哎呀丽姐，你这是你什么人呢？哈，这个我弟弟，你看我弟弟，人家出门从来不会介绍别的，凡是说男士也好啊，就是跟他在一起身边的全是弟弟，哎呀开心，那快乐是不是？晚上你咱说，就像他妈的过去那皇上翻牌似的，哎，翻到谁算谁，是不是？就尬游呗，反正开心，大姐开心，怎么都行。那来吧，那这头叮了咣啷的，这一整完，戴哥说：“我要不了这些，拿着，妈，姐给你买的，拿着。”当时那都一系列的哥们，像什么小鞋了，还是什么什么裤子了、腰带了，还有当时那个半截袖，那家伙老哥啊、哦，拿车推都得咔啦咔啦推。妈，老弟呀、啊，满意吗？谢谢你啊，这将来我搁这发展好了，到时候我感谢你啊。不着急不着急，那个没吃饭呢吧？没吃，带你吃点啊，海鲜呢、啊、还是想吃点这个西餐啥的？什么餐？西餐。西餐是啥玩意儿啊？老弟你说你长得呀这个好看劲儿，妈不知道西餐，姐带你去吃西餐去。妈，那你看一下楼，那家过来那几个老弟过来了，失宠了。哎呀姐，干瞅啥呢，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呢啊，赶紧帮拎子。哎哎，那都这个咔啦咔啦拎完，啪啪啪往后备放，往后备箱这么一放，哥那这头一上车，那你看吧，就往当时那西餐厅就来了。他搁他家就搁当时越秀区那是相当出名的了，哎，到哪去人都知道，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哪嘎好，哥对不对？这家叮咣这一来，那你看
往大西餐厅去，大哥上面写着可可西里，不是可可他妈什么里来也不到西餐厅。妈，那家往里这么一进，那头啊，这头是两个就像那个那嘚比赫似的这一出的那个服务人员，哎，姐来了，就说话就赶他过去那皇上身边的太监似的啊，来了啊，你看包啪一拉开，一家给拿100块钱，哎呀，哎，丽姐谢谢啊，不客气，妈，那个给我们呢。找一个包厢啊，不想啊，这人太多吵到我们。哎，没问题没问题。那你看哥叮了咣啷来了。戴哥知道，戴哥后来都知道，都得知道说那恐龙咋吃。但是他现在不知道。你知道吧哥，没吃过太贵，没钱他吃啥呀哥呀，对不对？现在不知道，那后来知道了。后来知道这鳄鱼了各方面就这些玩意儿都咋吃的，恐龙这他都知道了。但是现在他不知道哥，这么解释你能听明白吧，对不对？就这么的。叮咣叮咣的来了，妈，那家当时人家给整的这个就是属于像那个大卡台似的，往这一坐，哥呀，真他妈带派，妈真带派。那你看叮了咣啷的，大家伙这么一坐，妈，你俩就别坐了，啊，姐，我站一会儿呗，你俩站一会儿吧，妈。那你看带来那老弟搁旁边这么一站，以前都是坐着吃的，那都得给姐他们嘎这嘎那嘎啦嘎啦整这个的，现在不行了啊，老弟来，请坐。啊，姐，那都坐着呗。不用不用，妈，他们不吃不饿，饿吗？姐，不饿。哎，你看不饿，那往那边点烧啊，往后烧一烧，是不是？我俩说话不方便啊。哎，姐，那我往后烧啊，烧。那你看老哥们，叮了刚啷，叮了刚啷的烧过去了。妈，这俩小子，你瞅我，我瞅你的，那也能说啥呀，哥？姐说话了，人家说咋的就咋地。那个老弟呀、啊，这牛排，想要。这个几分熟的呀，姐呀，熟了就行，还熟了就行。你这样吧，妈，姐呀，给你来个七分熟的，妈，给你整的这个三分两分的呀，可能怕你吃不了，血淋淋的。妈，你瞅你长得白净样，那啥，来，给来个七分熟的牛排，妈，这头啊，这喝的啥都给上来啊。叮了咣啷的哥，那这也上来了。你知道那一顿饭就90年代哥人家一顿饭多少钱吗？多不说吧，喝点那个当时的小红酒，说花个18000都飘飘轻轻的。那搁他妈北京城，搁他拿啥花呀，哥呀，对不对？那是正儿八经的地方，哥。这头嘎啦嘎啦，这媳妇搁这电视上瞅过，啊、没事儿，妈跟我呀，这不要见外，是不是？妈，姐给你整来，妈姐给你整。不大会儿，这服务员过来了，哎呀，丽姐，我们给整吧，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啊，该忙忙你们去啊，我给我弟弟整，那都得这个哥，嘎啦嘎啦，小牛排给你切的，妈整板板正正的，你看，饿了吧，先吃吧。哎，行姐，戴哥这人非常有深沉，虽说我没见过啊，虽然说我没吃过，但是你不能像狗似的呱啦呱啦往嘴里一顿炫，你成啥了？你看搁那一坐腰板六直，妈，哎，28，28啊，挺好的啊，来，那个。喝一杯，妈啊，行姐，来喝一杯，啪这么一碰，咣就一下子，戴哥周了，哎呀，那红酒哪能那么喝呢？你说，行啊，妈怎么喝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百无禁忌，妈，行，先往前吃啊，吃完了到时候啊，我给你找个住的地方啊，啊，你好好休息休息，姐，谢谢你，你看我到这儿来，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啥活？我搁家里那头啊，我知道，我听小姐说你犯点事儿吗？啊，对，我犯事儿了。那个你看要是有啥活啥的跟我安排安排，我出来呀兜里头，哎呀，那是啥话说的，妈都是朋友，你而且我是你姐，啪着一拿哥20000块，啪呀，这舍不得，哎，什么舍不得的，妈拿着，妈拿着，这个穷家富路是不是，本身呢你搁北京城来到这个广州啊，人生地不熟的，就认识我这么一个人是不是，哎姐，那个咋说呢，看你小伙挺不错的，妈好好表现，我跟你说呀，这个东西啊咱少不了。那戴哥一听还听不明白咋回事吗，哥那还听不明白咋回事吗，就是你好好表现，哎，表现好了就这个玩意儿，哥那就开心快乐呗，是不是，那你这姐，这我这个我真不能收，你说到你这来麻烦你完我还得拿你这名儿，拿呢将来有了你再还我，没有就算了，行吗，行姐，谢谢你啊。那个，哎，小文呐，哎，姐，
一会儿啊，上咱们这个越秀最好那酒店给开几天。妈，造个十天把老岳开完了，这头呢，到时候不行我给他安排个房子，是不是？这个酒店呢，住我跟家比不了，是不是？完这头啊，我看家里头有啥事儿，完到时候我再给你安排一个啊。哎，姐明白。那你看这头哥来了，妈，酒店一开开十天呢，妈都最好的，爹那叮咣。这头你看也吃完也喝完了，哎呀，我是吃饱了也吃不动了。老弟呀，你咋样？姐，我也吃好了啊。行，完了这几天呢，你先搁这住着。完了这个吃了喝了呀，我会让小文呢给你送到酒店去。妈，自己回事回去啊，没啥事自己好好想一想，好不好？哎，行姐。然后啊，你跟我说那个事儿，我也会呀替你想办法啊。哎，明白姐，妈明白。这个呀是我的电话，妈，随时给我联系。妈，哪怕说晚间呢，说自己没有什么意思，想喝酒了。姐呀也可以过去陪你喝吧点儿，是不是？哎，在一起呀沟通沟通感情，是不是啊？想姐，妈，行，来吧。妈，那个吃完了来买单，这头单一买完花个万八千带个都值了。哎呦妈，花这些呀、啊、哎，这叫姐这破费了啊。破费什么，天天如此。妈，好，走吧。这一出来，那你看就给戴哥整宾馆去了。整到那儿，那个小文呐，哎，姐给送上房间。妈，水果啥都给买好了，听吗？啊，差一点我告诉你，我唯你试问。哎呀姐，那明白，你放心吧，都给整好了，果盘啥的。妈，老弟呀、啊、那我就先走，我事儿还不少啊。完了之后这个有什么想法给我打电话，随时联系啊。哎，行姐，我知道了。那你看给戴哥整进去了，那家伙给安排的果盘那个屋里整的都挺好的。戴哥一瞅这宾馆也太鸡巴好了，咱也没住过这地方啊。啊，那也没住过这地方，也太牛逼了，我操。搁这里坐，小文说，那个哎小哥啊，还有啥事儿完你吱个声啊。哎，谢谢你老弟啊，那我们先走了啊。那个姐电话不给你留了吗？留了。那行啊，先走。小文这一下来，那这头你看哥啊，叮叮咣咣的他们也走了。那这个时候啊，说这个霍丽丽她的想法是千奇百怪的，她跟谁不一样呢？这个刘小妹呢，她是非常积极的。那就逮到一个，就是说相中了，他也不是说谁都可以尬悠他，但是咋的，他看上的人他真想尬悠，但是戴哥就让他得不到，哎，就刺挠的，心里还不得劲儿。霍丽丽这个人是啥人呢？用这个业务哥，那用这个业务，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口条子，让你琢磨，让你想啊，说你看看这个各方面，你自己琢磨琢磨。妈，那你看三天亮了戴哥都没上戴哥那儿去，戴哥也不知道咋回事，说你看我托他找的活他没给我找啊。戴哥就用酒店的电话给他爸先打个电话。喂，爸，贾戴吧？爸，是我。你他妈干啥呢？爸，这个我知道，这事儿你知道了吧？我知道了，人都上咱家来了。哎，你干啥呢？你干啥呢？你不我说你出去干活去了吗？爸，我真出来干活了，我现在搁广州呢。你还广州去了，这不惹事儿了吗？我不走不行。王八犊子，哎，不你咋想的啊？你咋想的？你赶紧给我回来啊！回来我给你扔进去啊！我给你扔进去，你不知悔改的玩意儿。妈呀，回去我肯定回不去了。妈，我搁这面啊，我得打算洗心革面，好好啊干点事儿。你能好好干点事儿？我咋这么不信呢？妈呀，信不信呢？就随你吧。反正我告诉你一声，老儿的我呢，有点对不起你了。妈，你千千万万呢，别因为我这事儿你生气。妈，我告诉你一声，我搁这边挺好的，他们想抓我也抓不着。你回不回来？我肯定不回去。哎，行行行，长翅膀了啊！你永远别回来了啊！咱也别联系了啊！咱也别联系了，啪，这你挂了。这头呢，紧接着又给笑姐打过去了，叭叭叭叭。喂，哎，笑姐，哎呀，老弟呀。你搁哪挺好是不是啊？姐，我挺好的，这个丽姐呢对我也挺好的，给我找的酒店。啥？她对你挺好的还给你找酒店啊？这酒店挺大的，我搁这屋坐着挺凉快的。那个姐心里不得劲儿。姐呀，咋的了？没尬哟吧？姐呀，你看你咋的了？那不现实啊，不可能的事儿。那就行，姐信你啊。那块热吧，可热了，照顾好自己啊。这两天我没啥事儿我就去。我那天呢我给那个谁丽丽打电话了，我跟她唠了，
他说他现在忙着呢，好几天没上你那儿去了，是不是？啊，好几天没来了，我这让他来，让他说了，我让他给我整个活啥的。你别着急，妈，他有分寸，这个事儿啊，他到时候给你琢磨琢磨。妈，姐，那行，我多我就不说了啊。这个反正你有啥事就往我来这屋打吧，我天天搁这屋待了。行行行啊，那啥那个热乎啥的，完了有那空调打着点儿，妈，别上火，需要啥跟姐说，妈。哎，姐我知道了，好了好了，啪挂了。为什么这么讲这么说呢，哥？因为你得知道戴哥是多么吸引女性，哥，那就吸引这些大姐，真的嘎啦嘎啦的。妈，那你看电话一挂完呢，小妹姐呢也当时就是心里头肯定不舒服，给霍丽丽打过去了。喂，丽丽呀，哎姐，那啥我老弟去了，你咋好几天没着面呢？有点事儿。啊，那啥你给安排安排呀，着急了，搁那嘎头说怎么的，说你对挺好的，但是这至少啊你得给安排点啥呀，是不是？你不能就这么待着呀，你这么待着待到什么时候是头啊？行，你放心吧小姐啊，这两天的我也就忙不完了，妈，我到时候我过去找他去。行啊，那行了，完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啊，我弟弟那人呢直性啊，挺好的，长得还挺精神的。说那话精神不精神的，行了啊，哎，那好了姐啊，啪你一挂。那你看吧，一连五天了，戴哥天天搁这屋待着看电视，妈看那时候人家酒店有电视啥的，可能跟妈是博台看瞅呢。那这头呢，戴哥一瞅着这么快一周了，他把这个电话呢打给当时的谁呢，霍姐了，也就是霍丽丽，啪啪啪炫过去了。喂，哎，霍姐吧？啊，是我，霍姐，我是佳代呀。啊，老弟呀，哎，这怎么的？有啥事儿啊姐呀，你看我一晃来快一周了，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看看有没有眉目，如果说没有眉目我自己出找点活儿。哎老弟呀，先待着呗，找活呀着啥急，妈姐呀给你圆道圆道，你这样你说干活多累呀，是不是？干活呀挣的还少，如果说咱们呢再往前走上那么一步，妈还用干什么活了，天天就待着，妈跟我在一起吃喝玩乐，那岂不快哉，是不是？再一个我也没比你大多些嘛，我感觉咱们之间是不是也挺般配的啊。姐啊，那啥那个，哎呀，那我再琢磨琢磨，妈，老弟啊好好琢磨琢磨，妈完了之后这两天啊给我回信，妈怎么着急干什么活儿，活着什么急呀，多好啊。啊，好嘞好嘞，好。戴哥一瞅这头咋都这样似的，干啥呀，像疯了似的呀，啊，那家伙都往上生扑啊，而且就给你含沙射影呢，干啥活呀，对不对，干我多好啊，我还给你名儿，我还是不是还得劲儿，你说你这玩意儿你说你多好啊，你挺那干啥呀，就这么的。一连呢又过去好几天了，差他妈一天就十天了，戴哥憋不住了，他也不想，他拉倒吧，我自己他妈出去不行找个活去吧。那这个时候客房电话响了，嘚嘚嘚嘚嘚，不好意思，喂，老弟呀，想的怎么样了？姐呀，这事儿我没想好，我还是自己出去找个活去吧。哎，别，老弟呀，姐给你开个玩笑，你说你何必当真呢，你这个人啊还挺真实的。好，你这样吧，这个呀不行上我家这个表房工作吧，啊，这个明天呢我去派这个小文他们接你去，完了之后到我家吃个饭，到你家吃个饭，妈，你的到来呀我已经跟我父亲和我母亲说好了，明天中午12点呢在家里的吃个便饭，妈，我父亲要给你喝点，老爷子跟我喝点，见面你就知道了啊。我爸呀和我妈为我这个婚姻呢也操了不少心，但是今天你来了，妈你就当帮你姐忙了，你过去完了让我爸到时候给你安排安排好不好？行姐，那我听你的啊，12点的之前接你去了啊。好嘞好嘞好嘞，好。那你看他爸呢叫啥名，姓霍，叫霍华昌，他家有个华昌表行，搁当时越秀区老哥们人家是咋的呢，有自己的作坊，还有自己的门面，就是咋的呢，这头我可以生产表，完这头呢我还可以卖，而且还面向当时广州的九个大区卖，
就是你这个区也好啊，什么丽江那个荔湾区啊，还有什么这个白云区啊，就这些地方来，你都可以上我来上表来。但不那个表咋说呢，哥？不是说这个都是像咱们现在买的表都是真的，他那个表就是假表，哎，就是贼便宜，哥嘛。但是他做的有好有贵的，你像当时他有那个高端的，像什么这个劳力士了，那个日志，还有什么江诗丹顿，对不对？什么欧米茄，就这些玩意儿，哥。说句良心嗑，就是做完以后往出一卖，没多少钱，3000-2000的。那你看他们在往出卖的情况下，这就贵了呗，那就属于2道贩子、3道贩子、4道贩子。你这一倒就把那表就倒起来了。但是他那个表确实不是真的，哥，就是对不对？就像仿 A 货似的，就那个玩意儿。那你看这头啊来了，小文呢第二天早晨开着人家的小车啊，嘎啦嘎啦的轮来了。这一到这儿以后，这头啊就搁这个底下等着嘛。那你看到那个前台打个电话，说给我叫一下子哪个房间的嘛，那个加代先生下来说我到了，我要接他。说行。那霍丽丽呢和他爸和他妈整挺隆重的，他妈问谁呀，哎，咱家可不是那个随便人家啊，说谁都能带来。爸呀，放心吧，妈一看呢你就能相中，是吗？对你好不好啊？挺好的，妈挺好的。老姑娘啊，那个长啥样呢？妈呀，那长相咱就别说了，那绝对到位啊。干啥的呀？咋说呢，妈，搁那边啊，这个他家是四九城的，四九城北京啊，搁那边犯了点事儿。什么犯事儿？什么事儿？不是什么，爸，你这一天到耳朵也不好使，犯了点事儿啊！我听个犯事儿啊，这犯啥事儿了？事儿不大啊，没啥事儿啊。行，我看看，我和你妈呀，给你把把关啊。哎呀，行，完一会儿就来了，王小文他去接他去了啊。行行行，那你看，11:50的时候都已经到他家这个门口了。妈，人家住的像大别墅似的，成他妈牛逼了啊！当当当当当，这一敲破门啊！当时他妈说：“谁呀？哎呀，那个姨呀，我小文儿啊，小文过来了。”妈，妈去开门去。妈呀，不用，我去开去啊，我去开去，你做你的，是不是？这可高兴了，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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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嘎啦到这门口门啪一摁，哎，姐，你走吧，妈有事就叫你。哎，老弟，进屋啊。这一进来我得换个鞋吧。啊，那有，妈你换一个吧。鞋这一换完往里一进，他爸和他妈敢贼似的打量。哎，老头子还行啊，有点瘦呢。哎，你瘦不瘦的？长得好看。哎，你细端详端详。哎，长得好看啊。啊，长得跟我年轻时候一样哈。你可要点脸吧，你说你年轻长得他妈豆包子似的，你净扯的王八犊子啊。哎呀，这一瞅就东北人啊，啊，好看劲儿，妈好看好看，妈，那啥，这个是我爸，哎，叔你好，这是我妈，哎，姨你好啊，啊，来来来，请坐请坐，来请坐，妈，他妈老霍家是纯纯地地道道的，他妈当时广州人呢，哥，大本喽，后勺子的，就那事儿的，哥，他妈跟戴哥比，那能比了吗，哥？你就长相方面，你长得感觉跟外星人似的，能一样吗？那老头更有意思，咋跟我年轻一样一样的？那你俩多逗。坐这儿，坐坐坐，这我这坐着坐你的，怕啥？坐坐，妈，趴着一坐，妈坐的板板正正的啊！你有他爸啊，就敢他妈审讯人员似的啊！哎，叔，多大了，小伙子？啊，我今年28。啊，你叫范四儿？什么范四儿？啊，那啥啥？搁那北京犯了点事儿，怎么懵了？叫加代，什么代？加代，啊，这个名啊，加代啊，对我叫加代，啊，28，那搁那个北京城啊，那事儿大不大呀？这还行，啊，这跟我家丽丽呀，搁一起呀，整多长时间了？啊？爸，你看你问的啥话呀？不是这事儿啊，爸得问明白。妈，老婆子呀，哎，咋的？你去赶紧的把那熬煲的汤啥的都给整上来。妈，丽丽去，你帮你妈忙去啊。我跟那小伙子呀唠唠嗑，我瞅挺好的。妈，啊，那我也帮忙。不用不用，坐你坐你的，快去吧。爸呀，
说话出点意啊。哎呀，我这么大岁数，我啥事儿我不懂啊。啊，跟他干去吧。跟他妈呢，他们广州那长那个小碟小碗的，好煲汤，鸡汤这汤那汤，狗汤猫汤的，整这些玩意儿。那你看叮了咣啷的，他娘俩进去了。年轻有为呀，小伙子，做啥买卖呢？搁四九城啊？啊，我暂时也没干点啥，不干啥也没事儿。咱家呀，家大业大的，也不差你这一口。有没有啊？这个像你们东北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叫什么上门女婿？什么玩意儿？上门女婿？不懂吗？懂啊。啊，怎么样？考虑考虑。我考虑啥？啥玩意儿啊？你看你这年轻人，你看俺家这个丽丽啊，认识多长时间了？认识能有十来天儿，才认识十来天儿，啊，对，是十来天儿。我搁那边犯点事儿过来吧，我姐对我挺好的，还叫姐。这小伙子叫姐，是俺家丽丽啊，比你大几岁，那也不用叫姐，叫丽丽都亲切呀。那以后啊，管我叫叔，那个搁一起呀、啊，尬要了。我这朋友她就是我姐，你看还叫姐，尬要就尬要了。咱老爷们之间能咋的？妈，我姑娘是非常开放的，就包括我和她妈，我时常跟她说，这个玩意儿如果说喜欢，那就尬哟，那还能怎么的呢？是不是？在一起嘛，两个人一定要尬哟的愉快、开心、快乐。大哥心里都他妈懵逼了，说这都是啥家庭啊？干啥呀？上来就整尬哟这事儿，疯了。叔，没有，能喝点酒啊？我这酒量一般。我跟你说啊，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我一直喝。妈，你问问你婶儿，就跟我在一起那些小半喇子，全让我喝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叔，那你这年轻挺能喝呀，这现在还能喝点啊？这今天你来了，我高低呀、啊，我得给你喝点。妈，老婆子呀、啊，那菜咋这么慢呢？啊，干什么呢？你这养老姑爷都来。不是叔啊，咱们一定要注意点这个措辞。我跟就是朋友，哎，朋友慢慢就发展了，是不是？更近一些，更近一些以后，你这个玩意儿自然就水到渠成了，不用拘谨。我这个人是非常开明的，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都鸡巴老爷们儿，我没啥事还出去尬下去呢。你说啥呢？不是，你跟孩子唠嗑，你一天你叭叭的，那是不是？老太太不让。我们家这个工哥，俺们那店里头啥的，我出去我也尬哟。妈呀，没事啊，那什么，赶紧的，赶紧的。那这头吃喝啥了，哥们都给你安排来了啊。左一罐，右一罐，妈，那小菜都他妈这么大点玩意儿，个逼玩意儿，小盘啥的，吃那玩意儿，咱也整不明白吃的都是什么玩意儿，死耗子、死猫啥的啊，都给你整上来了。这个，把我那啥那个茅台给我拿过来，妈，我呀不喝别的酒，妈，这个能喝习惯吗？说我这咋都行，妈。你别拘谨呢，我爸这人就这样事儿的，他挺开放这么一个人，是挺开放，确实挺开放，这让我也是挺那啥的啊，我这挺不好意思的。没事儿啊，想说啥你就说啥，是不是？行，那啥，老婆子八给拿过来了啊，来来来，给我起，你不会起啊？叭叭的一起，这一起完了以后，那你看，这老太太也得说两句啊，忙活完了，这个打算和我家丽丽啊。什么时候成家呀？妈呀，说啥呢？这刚认识怎么成家了呢？妈惦记，妈，这个小伙子呀，我姑娘啊肯定啊是瞅着比你大几岁，那但我姑娘大几岁好啊，会疼人，妈可会疼人了，没啥事跟他爸腻歪腻歪的，哎，有时候瞅可烦了。那个以后你俩是搁一起搞对象啥的呀，对你肯定可温柔了。我姑娘就这样好，你看长得大高个，标板都直的，哎呀妈呀，哪样色都行，真的啊。你要跟她搁一起，我跟你说，你都得想老虎了。再一个俺家这条件，是不是？姐子你看，妈呀，你别瞎说啊，这一天这说点话啊，别瞎说，给喝酒喝酒唠嗑唠嗑。妈，这整到哪来了？刚认识在家里来，你给人整的不好意思，脸都红了。妈，爸，你赶紧提一杯吧。那行，既然我姑娘说也不让说，你也少说两句吧。你问到那点事儿，年轻人的事儿你少管，妈问两句就行。妈，那什么，来这个加带，哎，叔，那个咱们这个碰上一杯啊。行，叔，那碰一杯。妈，我这人呢，要么不喝，我喝就喝好，你必须得陪好我，听没？行，叔，那我尽量。爸，你可别给人灌多了啊！你要不能喝就别喝啊！我爸酒蒙子，
我来了，我得喝啊。那行，来吧，整吧。啪嚓一碰，叮了咣啷的，那家伙那家伙你喝的快呢嘛。老头喝有急性，两口一杯，两口一杯。那你看哥，戴哥喝完酒以后啊，那家伙稳如泰山这么一坐。老头子那家伙本身岁数大了，哥喝一缸也没啥事儿。妈，那什么，再给拿。小伙子还行啊，跟我对卤子，来来来，给拿过来。叮了咣啷的，又给整两瓶。老太太笑呢，哎，别再喝了，干啥呀你？往死喝，给孩子喝多呢？没事儿，这东北人能喝酒，没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来来来来，起开起开起开，这一起开，叮咣整上了。妈，这一整完以后又倒上，叮咣碰上，又是开始喝。这他妈一喝完以后啊，老哥们，第二瓶没了，戴哥还是小脸红扑的啊，搁这一乐。那你看，这老头懵逼了，当时的霍华昌喝多了啊。嗯，老弟啊，啊，跟谁说话呢？爸，你咋的了？来，滚！不是干啥去？喝你一喝完酒你整这出呢？爸，你咋回事啊？滚！上这出。老弟啊，那个，大哥今天喝酒喝多了啊。那你跟俺家人老妹儿，不是叔。咱这整哪来了叔？那个我管你叫叔。什么叔不叔的？那哪有反正是不是那个你听我的，不是你死老头子，你喝酒喝疯了，你整这怎么的？那怎么能整成老弟跟老妹儿去了？整哪去了？那啥啊孩子，喝多了啊。我看你没啥事儿吧。我没啥事儿叔。有点酒量啊，有点酒量。我那个再陪你来大半缸，俺们你倒满，行不行？不算我赖吧？咋都行，叔。别你别喝，你给我给嘴巴。这一倒上，那个，你别看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年轻人我常常喝。这，那谁，你大姐都搁，你谁大姐？我是他大姐，不是那个你大娘都知道咋回事。真的，我年轻时候常常喝，现在妈岁数大了，完头套了。妈，那什么，你这么着？咱俩两开怎么样？是吧？我听你，你少喝吧，你别喝多，你要喝多了是不是？你说对你身体也不好。喂，王老王，哎，你我跟你说，你家在老弟，就是咱家就是门风，我跟你说嘎嘎的，妈，就俺家你老妹儿，那他妈才他妈骚，不是？把你咋疯了？我是那伤心，真的啊、哦，我是伤老心了。那之前处那对象吃歪瓜裂枣的，妈呀，那长得敢他妈孙悟空的，又长像他妈猪八戒似的，那这都是给我看后悔了，但是没往家领过你头一个。那我说你跟那玩意儿搁起尬油，你能尬出啥玩意儿来？哎，那一个一个小精精的，等小来长大，他妈你那孩子能有他妈一米二啊？我说不行了，基因就不行这玩意儿，那就给人处，那家给我气的。哎，我今天会喝点酒，那个，呸，往哪处吐碗里了？吓他猛一跳，你这玩意刷呗。叔啊，不行，别喝了。喝，你怕什么？我怕，我都不怕，你怕啊？嗯妈，嗯，爸呀，你咋这样？喂，滚你这！他妈搁这，你别勒他，他喝完酒那老犊子，那王八犊子样，你别勒他啊！妈，你别控制控制他呀！别走，别去。这两下，你瞅你喝点猫的猫猫捞的，这下跟我整这一出干啥呀？你这，还有上生气，他妈多大了都？哎，眼瞅嘛奔四十人了，不着急结婚，不着急他妈让我抱孙子啥的，是不是？咱说成天搁外边他妈尬悠，再跟这尬那尬，成他妈啥了？哎，人家爸，你说啥？你还我能不能嫁出去了？我还能不能嫁出去了？还你嫁不嫁出去的？你啥事？你自己琢磨啊。那个老弟啊。叔，哎呀，别扯那个，是叔八的酒的啊，那个那什么，将来啊，俺家有钱儿啊，叔能看出你家家庭条件挺好啊，啥也不唠啊，你就到俺老霍家，我跟你说，你就敞亮大方的，你只要对俺家这个丽丽好啊，咋操的你就那个整，妈你就整，但是你可不能给我欺负啊。你让我欺负，我跟你说，就咱哥俩，我就地我跟你干一仗。听人家，我得给你生气。你要敢打你老妹儿，你大哥，我就地我给你揍，你信不信？是吧？不是姐呀、啊，这咋回事？我咋懵了呢？他喝多了，你看我咋整？我要知道他这样式，我都不让你来了。你说怎么卡脸呢？爸呀，你少喝点，来，啊，
哎呦，喝光也好，怎么的也好啊。完、哎，我们就这意思，咱哥俩好不好？他说，挺好。咱哥俩好，你以后你跟丽丽俩就处段时间，磨合磨合啊、哦。反正车啥你都鸡巴不用你管，你别说你搁那犯啥事儿，你怎么没事儿啊？家里够用啊，够用。行。叔，你这些喝完就不喝了，我就是一口啊，我一口，咱哥俩就干了啊！改天完了还来，听没？行行，叔，顺大哥，你看见？你干啥呀，爸？叫啥大哥呀？呀，大哥，来，大哥，哎，来干了！哐仓一下子，哥，这就老哥们啊，招进去了。这一招完以后，老头喝多了。嗯，你看，啊哇哇！哎呦，整痛一身！这该死的王八犊子！这是快来来，帮我整一把，整一把！那家好不容易三个人啊，俩男不俩女一男，大哥们给整到床上去了。那个床上还唠呢啊，老弟，别整啊！一会儿还喝，别整啊！那你整点菜，别喝，别整！怎么喝变态了？跟老头喝变态了啊！大哥走道有点什么晃的了。这个大娘啊，哎，孩子呀，别跟他一样的，喝多了，妈，是我看出来叔喝多了。你这是吧，老王八犊子这样事儿的，他说啥话吧，别深一句浅一句，别往心里去啊。那不能，那个丽丽，你看你送回去吧，是不是？你这啥玩意儿？你说你爸真的那个子揍我，真的我恨死他了都要啊。行吧，你收拾吧，我去了啊。那啥，老弟啊，咱下去吧。你看这门啪一开开，老弟啊，这受惊了，不是那个受惊吓了吧？没有，那啥。这就是辈儿啥的，有时候整惯了。他喝多，你别跟他一样的。你说，哎呀，姐，我这挺不好意思的。你说整成哥们儿去了，哎呀，他就那样事儿的，跟我生气。妈，这二年呢，我也是，他妈找不着一个心仪的人。姐今天也喝点儿，啊，我不知道你跟我孝敬你俩什么关系，但是我跟你说实话，你也能看出来，啊，俺家呀各方面的，再一个我对你这心也是情真意切，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是跟我呀，要搁一起说搞对象。我一是让你舒服，二是咋的呢？就是将来啊，就这玩意儿你都不用愁。姐呀，这个东西我没敢这么想，我就想来这干点活。哎呀，行了，多了我不跟你说，你今天也没少喝，回去好好睡一觉，冲一澡啊。不行，我给你冲啊。姐呀，我先打车回去了。不行啊，那个小文来给送走啊，一定要安全送到酒店啊。姐你放心吧，啊放心吧。那就这么的，给整走了。戴哥回去冲澡以后，躺上也睡着了。那你看，来到第二天了，他姑娘就是当时的丽丽的研究啊，说给他干点啥玩意儿答应人家了，是不是？老头早上醒了啊，哎呀，惨昏我了，老婆子，喊啥呀？哎呀，那昨天喝多了，喝懵了。那谁呢？丽丽呢？爸呀，你咋昨天喝那些呢？咋的了这是？哎，这干啥？大起早杵街横丧呢？那你干啥呀？那我的朋友你怎么跟人整上老弟大哥去了呢？什么钱的事儿，胡扯八咧的，净那胡扯！我这么有身份的人，我这么大哥老弟呢，那得管我叫叔。那你的朋友那怎么能叫老弟呢？妈，你看看，哎呀，他就那样事儿，他断片，你断片昨天，这又跟人家是怎么的？说又尬又啥玩意儿？啥玩意儿？我说这话了？哎呀妈呀，真的你自己琢磨琢磨嘛啊！你可是别给我回忆。回什么忆？我回忆也回忆不起来啊。那小伙子总之来说挺好的啊，长得挺精神，是不是？老婆子，孩子长得挺好的，个头啊有点不符合他们东北那块儿。你个不个头的，你这玩意儿咱说白了，中间找齐都一样啊。你看你又唠那没有用的嗑，哎，你看这一家人唠嗑真他妈硬哥啊，就给你唠这王八犊子嗑啊。爸，你看你当我面唠这嗑呢？哎呀，那玩意儿也不是不懂，是不是？行。那我看行，人怎么的？人家跟你处不处啊？爸呀，人家没打算跟我处，没打算跟你处，你怎么给领家来了呢？我这不是那啥吗？他刚来嘛，我先认认门啥的。再一个吧，他想找点活干，找点活干。那小子瞅着细皮嫩肉的，能踏踏实实干活啊？嗯，反正他说想找点活干。爸，你看咱给他安排到什么地方合适呢？安排到什么地方合适？咱也得跟你朝夕相处。你俩慢慢啊，这个培养感情，是不是？嗯，不行，这么的呗，来咱家那个表行呗，
也先别上柜台了，上后面嘛，这个上厂子里头，让他学学技术嘛，懂一懂这个表，将来整好以后呢，让他上柜台那去卖表去。这样式的呢，你们搁一起呀、啊，说发货出货啥的，成天搁一起嘎死，是不是？但我不乐意听你说话，你不来听你也听，不来听不来听，我还不来看你穿那玩意，你说你穿那个玩意，钉钩露出来了，你穿那玩意，你穿的什么玩意？你穿的是这绳是啥绳？不是你干啥？哎，你干啥玩意儿？老头，不是他妈这孩子他妈的真是我真是来气啊！你这穿的什么玩意儿？这一道一道勒的那是，腿。你懂啥？这是时尚，什么时尚？时尚，你把他捞的都穿好了，你整那什么玩意儿？整像他妈鞋带似的，这孩子我先给操他妈老心了。那行，完了你给他说一声吧，妈，让他上咱家那个表房去，妈，完了到时候让他跟那帮大师傅啊学一学，妈，妈呀，那就这么定呗，那你还等别的地方还能跟你搁一起吗？能跟你一条心吗？那啥玩意儿一天。那嘴呀，还画，我给你两下子。化妆咋的了？化妆还不行，我就不乐回这家，你不乐回这家，你就不我给他你两下子。我一天给你打洗澡，跟你们生气，妈就跟你们生气。告诉他吧，妈，完到时候上公司来吧。嗯，就这么的。那你看，这个丽丽呢，这一出来个，妈就把电话打给酒店了。喂，哎，老弟呀、啊。昨天喝多了吧？啊，丽姐，昨天没少喝。那啥事儿啥还记得吗？啊，不记得了。哎呀，那可挺好。你的工作呀，我给你安排好了啊。切，谢谢你啊。你看什么工作？你可能啊还不知道我家是做什么的啊。我家呀在咱们这个越秀区啊，这个战旭路这一带呀，咱家呀是做这个表行的。那既往出卖表，咱们又可以生产表。我跟我爸呀合计一下，先让你啊到咱家这个制表的那个厂子里头，马上那边学一学艺，然后再让你上前面柜台。你放心，妈，这个薪水方面啊，绝对不会少你的。姐，那我就感激涕零。妈，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么一个这个活路。那话说的，妈，好像两家人似的。妈，行，那你这么的，这明天呢，正好这房子呀、啊、也到期了，你那个住那个酒店。妈，你明天呢，我让小文过去接你去，直接把你带厂子里去。妈。行，哎，那好去，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好了，就这么的。那这头你看哥啊，第二天小文去接的就来了，一到当时啊，说这个霍华昌他这个华昌表行里头哥，先带他转呢，妈，当时立了个前面，这就是我家的这个外贸表行，瞅一眼，哎呦我去，老大了哥啊，档口，头老长，最低起码就往长度老哥得干他妈的得140-150米，妈那老大。那家伙就是柜台他妈老多了，站老多人了。妈，姐，这是你家的？我家的，那个厂房搁后面呢。妈，到时候我带你过去，以后你就搁那上班啊。我长时间呢，我就回来看你的。不用姐，你要忙就忙你的，我搁这家一心一意的，我学学艺。你要是能学会呀，这个表啊，这里的收到非常大。妈，咱家呢往咱们这个广州啊这几个大区也有上咱来批货的，咱们呢也可以给他们发货。妈，有很多人啊都上咱家那个来咱销咱家表了。妈。啊、哦，行姐，我还不懂这个，然后我慢慢学。妈，行，那这么的吧，我领你啊上这个咱家那个表行的作坊里去。妈，行，往里这么一来，那呀穿的也是嘎子，干了。一到当时他这个作坊，那作坊也大哥哦，那里头不少大师傅，贼鸡巴精细。那小那有的他们那个小那个螺像他妈螺丝刀那个逼玩意儿，哥小到他妈像他妈针那么细似的，那个逼玩意儿就整那个表嘎啦里边那个你像那个表的一个成分呐、啊，还有一些表的属性。你甚至有的像那个老哥，他们都是假表嘛，他们底下都有那个号码。啊，他们都做，就做的那么精细，但是里头跟哥肯定是差意思，哥，这个件儿啥各方面肯定差意思。那戴哥也不懂啊，这一来你看哥啊，这往这一进，厂房啊，不，乱他妈的不小啊，妈，哎呀，姐，哎姐，哎姐，姐姐，哎姐姐，啊，那个大家过来一下，来过来一下，妈，那一出哥，那一站就站上了，大家过来一下，来过来一下，过来老人了，妈，最低起码呀，哥，得有多少人呢？20来个人。大师傅、小师傅以及当时这些学徒工全过来了啊！哎，欢迎丽姐啊！那个我说一下啊，这个是我弟弟啊，上咱们这儿来学艺来了。妈，你们的手艺不可以偷懒啊，一定啊要细点心交给我这个弟弟，否则我知道以后啊我会生气，而且是很生气。
也不许啊有人要欺负他，听没？姐呀、啊，这不可能啊、哦！不敢，不敢，不敢！你放心，不敢。老弟，哎姐，那你就搁这儿吧。妈，不行，姐出去给你租个房间啊，这就不必了。妈，租个房子吧，姐看见方便。姐，不用了，戴哥也害怕。你看，如果租个房子，你有钥匙，你进屋了咋套？我不从你咋整？你给我使活，我不懵逼吗？是不是？姐啊，他们不有寝室吗？寝室多脏啊！我就搁那住吧，挺好的。姐，你就不用为我的事儿担心了。完了，你也替我感谢一下我霍叔，妈。哎呀，你说你呀，何必呢？这是是不是？哎呀，姐，谢谢了啊，大恩不言谢，是不是？行，完了之后我已经给你们交代清楚了，啥事儿啥你们。行，完了之后我已经给你们交代清楚了，啥事儿啥你们。这些大师傅，你看你过来了，老弟啊，哎哥，这是什么关系啊？是我姐啊，放心吧，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妈，你不用像他们似的干那些零活，我是这里的老一，妈你就跟我屁后边，妈想学哪方面的，完了之后到时候那个我教你。哎呀，哥你怎么称呼啊？我姓高，哎高哥，哎你好你好啊，老弟长得挺精神的，妈谢谢夸奖哥啊，行，先适应一天，完从今以后啊，我教教你，妈。好嘞好嘞，就这么的。那你看哥说这头一天两天三天的，戴哥就慢慢熟悉了他家这个作坊的这么一个生活规律了。那天天大家伙搁这来这做表啊，完事下班以后啊休息，也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出去的玩的日子，因为不认识，谁也不认识。完了当时的霍丽丽呢总来看他来，妈戴哥也不想让他来，说姐你别来了，来了之后好像我开小餐似的，姐哦对我影响也不好，等将来我上前台的哦。姐行，那个带你出去玩去啊。姐我就不去了，赶明儿的行不？啊行，实在是不给霍丽丽口啊，霍丽丽出来了，学吧。这一晃就搁这嘎、老哥们得待了将近俩月了，就这个作坊里头，戴哥呀也熟悉了很多东西，因为他们俩是总问呢，说咱这一块表搁这做完了拿到柜台上卖多少钱呢。啊你像这种表啊就属于说这个精坊，它比高坊啊还有一个段位，精坊啊，对精坊，像这块表嘛，这个欧米茄，你看咱们这嘎都做完了，成本全下来也就是个七八百块钱，拿到柜台他们批发两千来块钱。但是我跟你说呀，这里头门道可大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出去。那他们呢跟外界搞好关系的，你像这些国外人，国外人。可能你搁这屋待着你也不咋出去，等以后啊有机会你调到前台你就知道了。妈有很多呀这个外国人上咱们这边啊来购买啊，那个时候的价位啊就会高一些，可比说卖其他那个批发的是两千，卖他们就得达到四千，翻上一倍。那是为啥呀？你还挺好问。咋说呢，他们就是搁咱们这嘎花到一万块钱买的一块表，他们回到他们那国家就能卖到两万。那这是真表吗？不是啊，精坊吗？那为啥呀？慢慢理解吧，妈慢慢理解，我一时半会儿啊也是给你解释不清楚啊。谢谢你师傅，麻烦你了。没啥可麻烦的，现在呀这个自己组装个表都可以了吧？差不多。来你给我组装个表我看看。妈当时像什么欧米茄了，江诗丹顿了，还有劳力士了，各种的表都是部件哥啊都放到这儿了。戴哥非常聪明，你看来了俩月啪啪啪啪啪啪开始组装，妈但是大毛病没有，小毛病有点。你看这块表你装的呀就是有点毛手毛脚，妈这个再加点细就好了，在动作上一定要娴熟，没啥事啊自己去运用，是不是？像在各种啊这些器械啥的你都要懂，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对不对？将来有一天人家问你这块表的来历或者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得跟人说清楚啊？师傅那我明白啊，谢谢你。我跟你说你挺聪明，在不久的将来呀你肯定就会被调到这个前面去。妈行，谢谢你师傅啊，等将来我好了我不能忘了你师傅，你放心吧。行整吧，妈整吧。三个月了，妈那你看这个时候哥都到这个块来呀，都得说五六月份了，那天是死拉死拉热呀，学的艺呢也差不多了，至少说也有的顾客问，哎说你看你这块表啊这是怎么个性能啊，哎就是大概的情况，是不是它的来历怎么回事，你不得跟人介绍一下子吗？
对不对？你得懂啊，因为你懂了以后你才能卖给别人，你不懂人一问你这是啥表，不鸡巴知道自己猜，那谁能买你表啊哥，对不对？所以说啊，你得这个自己那得懂这些东西。所以说经历了这个三四个月的时间了，哥们把表的这个这里头的这些细节呢研究的是非常明白。那你看这头啊，是老霍也说了，说那个丽丽啊，你那个小朋友怎么样呢？学说我跟那个老高联系，老高说这个他的这个非常聪明，学的非常好，是吗？那你这么的，明天告老高啊，让他给我组织几块表给我拿过来，我看他的手艺怎么样。那你看当天老高呢就告诉戴哥说，你组织几块表，老板要检验，说行。戴哥是非常用心也非常积极的，组装完了这一拿过去一瞅，跟大师傅的这个手笔那个差不了多少，哎，非常的细碎。哎呀丽丽啊，这小伙子行啊，哎，可以呀、啊，可以妈，这样吧，这个我看呢时机也成熟了，毕竟他不是外人妈，外人搁这干个两年三年的当小学徒啥的，他就不必了。这么的吧，让他上咱们那个华昌表行吧，妈，让他上那儿去当那个销售人员，这样式的呢，这个你妈呀让他下来，妈，完了让他过去，这头呢你俩搭配好不好？行吧，那我还得发货啥的，发货啥样啊，爸给你创造机会呢，是不是？说如果说你俩搁一起，哎，要是说沾不上了，那你机会不就来了吗？我能看出来你挺喜欢那小子，但那小子呀，老姑娘啊，爸跟你这么说吧，他真是不想尬扰你，我看出来了。爸，这你都看出来了？哎呀，我他妈多大岁数了，我不知道啊。哎，培养感情吧，妈，让他过去吧。就这么的，那你看来了，叮了刚啷的，戴哥这一到这儿以后，这就开始啊，搁柜台前面甭忙活，就有自己的一个柜台，特别说卖什么江诗丹顿，卖或者是欧米茄了，这几个柜台都归他。然后那边呢是当时的霍丽丽，他俩主要搁这负责，有卖货的哥，他不是主要搁这卖货，他是负责人，就像一个就这几个柜台，我可能我是经理，然后有几个专业搁这卖货的，如果说有的这个营业员整不明白了，他就过来给人说到两句，那是这样的，天天面上也做的。那霍丽丽搁那家一天呢就是这样直了走啊。戴哥一碗面瞅就能看着他瞅他呢，妈也不好意思。那你看到这柜台这样的，老哥们一晃也得他妈二十来天了，就无意间哥有这么一天儿，他发现个什么事儿呢？来的这个人流量哥呀，到他家买表的有的呀都是说这个像广州当时这个外地的，还有广州这几个大区的，真有外国人哥，黑人，妈呀，小黑人，那比我七哥都黑老了。那我七哥给人跟前一站这么高，人家都这么高，说我七哥这么高还大啊，那玩意儿，那你看好几个小黑人啊，秋鸡巴黑的，妈呀，穿的那小半截袖子，一身一股味儿，妈呀，那个味儿真他妈恶心人，擦鼻子都。那你看这不就来了吗？一来了跟他说话，你好，我们想看看手表啊，啊，就那一出，他他妈啥？我学不明白，哥，你们大概那么听吗？那你看这几个营业员可能也搁那唱，也跟他解释啊，说这是欧米茄，哎，说这是江诗丹顿，那是你爸和你妈，反正搁那唠，那就叮咣的。这些黑人呢，他也能听明白咱们说的话，哥，他能听明白。他们是干啥的呢？哥，就是他妈来回就是说，像两国范儿似的，搁中国买完东西，拿他们国家去卖去。卖高价就那样似的，而且他们也说白了，懂的懂个嘚儿啊，真的假的，懂肯定懂，但是吧，他们就属于贩子。哦，我给我有钱，给我弄弄弄弄的，你看我买，那别买，哎，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来？怎么来 ？Let's go！ 啊，说他妈半天，最后一句我都听明白了，哥说 Let's go 啥意思呢？走了，哎，没买走了。那你看戴哥就过来了，就问那两个这个小姑娘说，哎，那个老妹儿，哎，戴经理啊，是这样，他哪走了呢？嗯，他们简单的说了几句，说咱家那个表的性价比呀、啊、照他们的要求要低一些啊，没相中。那你为什么不能介绍一些更好的一些的表呢？那咱家这就都是这个层面的，哎，这样的人总来吗？偶尔吧。咱家其实说白了就是搞批发，也不是针对他们，咱们针对这几个大区以及这些广州下面外边的这些商场啥的。啊，行，那我知道了，妈，
戴经理，还有什么事儿吗？没啥事儿，妈没啥事儿。佳代呀，出去吃饭去啊。姐，我不去，我不饿啊。你要吃，你去吃去吧。不是，你陪我吃去呗。我一会儿去，你先去吧。戴哥搁这琢磨了，啊，是这样的，说咱们这个表呢，没达到人的规格。他就回到当时库房了，说人聪明呢，哥，人聪明这玩意儿不一样，哥。有的人咋的是安于现状，有的人就是聪明。那因为大师傅说的话，也包括当时他就这段时间的了解，他也明白啥事儿了。回来跟老高就说了。高师傅啊，小戴呀，怎么的了？今天我搁柜台前面，我看到几个黑人。那、啊、你看我这早早晚你得见到吗？他们像商人似的背个大袋子啊，说好像山下来买表来了。啊，买了吗？没买。为啥呀？说咱们这个质量没达标啊。有过这事儿，以前呢，咱们这个霍总啊跟咱说过这个事儿。我跟霍总也反映过，我说不行，咱们也是针对点那个外国人，是不是？卖给他们高价卖呗。霍总说咱也不差那两个钱儿，咱就针对这个广州就可以了。我提过建议，但人家没采纳，我也没办法。啊，是这样。哎，高师傅，那你说，按他们的要求怎么才能更好一些？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把这个表的里面那个件儿要上一个层面？小戴呀，你是真聪明。那肯定的，那你这表的造价就高了。那造价再高，咱们何必说成本花3000块钱，咱卖它4000能卖出去吧？4000，我说你卖它6000都能卖出去，那不挺好的吗？哎呀，能有几个那样的人呢？对不对？如果说大面积的情况下，咱家早都接收了，就那么新崩呢。而且咱说白了，这站西路这么多表行，他也不一定会上咱家来。这个东西我感觉争取一下也可以，万一说跟咱们达成协议了以后，是不是会大批量的在咱们这进呢？我跟你说，他们这帮人呢，你是整不明白的。那你整不明白，摇哪走摇哪晃，那你不知道咋回事儿。行，那个高师傅，那你看明天我去买点这个原材料，好一点的，我自己组装几个呢？啥意思？自己带啊？还是给亲戚朋友啥送礼啊？不对，我看看，到时候再说。行，哪嘎不明白，到时候我再告诉你。几乎你都差不多都懂了这点事儿，妈，我明天试试看。就这么的，那你看，一到他们回到寝室以后，把那些家伙事都拿回来，自己就开始研究这个表。你可比如说以前呢，就这一个秒，这个那个表针花5毛钱进的，戴哥这回就花2块，因为他整几块表不多，都整当时劳力士那个就是仿日制那个玩意儿嘛，整了3块，他那原材料自己那组装非常精细。那你何比说以前呢，就这个造价抛出人工啊，抛出这个房租啥的，全下来这块表是本钱是1000，他们能卖到2000。但是你看现在戴哥这个玩意儿就贵了，就达到2000到3000了，哥。哎，就是各方面像大哥说的，对，就机芯了，就这些东西他要比以前要好的很多。那自己组装了3块表，然后呢把自己那个表那后面不有那个号吗？你像他们那个假表哥那号都一样的，何比说10000，就是1到4个0，他全都是1到4个0。戴哥特意给他们整成啥样的，哥，数字都不一样的。那这头一看，说那个高师傅，你看看，哎，这你整的啊？我整的，这里面的材料可没少花呀。是，那这几个月挣点钱全整在几块表上面了啊？这送给啥人啊？没想好。哎呀，整的不错，妈挺好，挺好的。妈，我呀，要是出手啊，也跟你呀差不了多少，是吗，高师傅？那肯定的。那我这就算是满意的答卷呗。那肯定的满意。妈，可以可以，比咱家那些表啊，那些精仿要强的很多。好，谢谢高师傅。那我就走了。妈，去吧去吧，上班去吧。妈，这早晨问的事儿，这不就来上班来了吗？他把这几块表就揣兜了。这头搁这瞅这外边过往的人量，那你看打着到对面，哎，有几个小黑人从那个对面出来，表行出来的，往旁边拉走，戴哥就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啊。Hello， 那你看小黑人一呲牙，那牙就翘白。Hello， 我的这个。那你看这小黑人这一瞅啊，哥，这是你的，我的，啊，给我走来，二路给我走来，给我走来。
老刘呗，就这，来，不来 ？Yes, yes, yes！ 啊，就搁那嘎哥啊，其余说鸡巴啥咱不懂啊，反正就是说最后那意思就是是的意思嘛，不就是嘛？嘛，他们几个瞅啊，这可能他们之间谈话是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表挺好的，那比咱们呢，就是说搁别的地方上的要好的很多，那要哇塞的很多，你得这么买，我。五万？啊？有多少？三块。成交？啥意思？三块表是五万？是十五万 ？Yes。更冷来，都冷来，快冷冷冷冷来，快 ！Yes。包啪着一拉哥，那你看呢，这一拿出来啪着一放都懵了，他们来都得换咱们这边的钱儿，他们走了以后回拿那边去卖去，那大家一瞅，我的你的、啊、你的怎么可以跟你联系呀？啊，我有一个这个扣机号给我。那你看这头巴巴的一记，如果我们再需要还会再找你。好，那你看哥，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可能咱们讲的片面了一些，那也能是提前了很多，但是哥他经历就是这么个经历，第一桶金挣了15万，哥15万的 W 哪见过呀，我操，我妈挣15万呢。那这头而且带个还有一点啥呢，才一点都不黑，因为这是啥事儿呢，这是当时那个大师傅给的，告诉他的这个这么一个事儿。当天晚上回到寝室以后呢，他把这15个 W 呢就放到这儿了。大师傅一瞅，哎呦，小戴啊，你干啥去了？大师傅，这里头是15万，我留5万，给你5万，那5万呢我交到这个霍叔那儿去。不是，你咋整的呀？那三块表要给卖了啊？你卖了三块表卖这些钱？我也不知道，我比如我用5000，他张嘴就给我5万。啊、哦，高师傅，以后还得麻烦你。不是，大爷，这事儿你得跟这个老霍说一声啊，你别到时候人家知道啥不好的。这个我知道，我明天我登门这个拜访，那我就留下，好留下。小伙有前途啊，有前途才不黑妈，将来呀、啊、你的前途啊一定是前途无量妈，谢谢啊，谢谢。就这么的，那你看自己留了5万块钱，第二天呢就来到老霍家了。那老霍家那个那丽丽呢，还有当时谁呢，他母亲呢和、哦、他父亲呢，那一瞅呀，他带过来了。哎，霍叔，哎，您好。啊，锻炼的怎么样啊？哎，这个挺好的，感谢您家呀，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懂了这个表这里面的这个道理。那，霍叔啊，我这次来呀，是感谢你的。我有件事儿啊，我没跟您说，但是啊，我已经做完了，你可千万别怪我。丽丽瞅爸呀，他做错啥事儿，你不能怪他啊。大爷咋的了？啊，是这样，我那天无意间的搁柜台呢，遇到了几个黑人。他爸一瞅啊，黑人常有的事儿，怎么的了？上咱家买表，说咱家的表的规格不够。啊，他们呢就零崩的，总来零崩来，我们不乐意搭理那样的客户啊，我们都是这一年长此以往那么来这个来往的，他们都兴崩了我不要啊，所以说我想了一想，我就自己买了点材料，做了三块表，这不嘛，我卖了15万，给高师傅5万，给您留了5万，这5万我留下了。卖多少？15万，卖那么高的价？我也没成想啊，人家给的啊。你这小子你挺好动脑啊啊，是不是？我也是这么一个想法，我没成想，我用试试呗，那谁成想他能给我这些呀、啊、你那语言没障碍，我就是比划，他们也会说人话，不是，他们也会说咱们这话，这方面的话啊。不错，丽丽啊，你这个朋友啊，他这个头脑啊不简单，那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老头子，你这句话说的，我不跟你犟。妈，真有点你年轻时候那个样，好琢好琢磨，好研究，挺好的。叔，这事儿未经你同意，我还怕你生气。没事儿，妈，早早玩玩，咱老霍家呀，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整着去。但是一点啊，别整出事儿来了。是不是？你像他们呢，这帮小黑黑，这帮玩意儿才赖呢。妈，广州啊，说鱼龙混杂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可千千万万呢，别整出来别的事儿来了，是不是？叔，那我细点心，那我细点心。啊，我多不说，就谢谢你，搁这吃呗。叔，不的了，我回去请大伙吃个饭去。妈，那也行，去吧，我有啥事儿跟丽丽说就行啊。哎，明白。就这么的，老子。那你看一会儿。人家老霍家给他这么一个工作以后呢，带个这人也讲究，还了人家一个什么呢？天大的一个人情，老霍家来灾难了。妈，他是怎么出的手？后来又怎么搁当时的越秀区，也就是站泄路站起来的？这一步一步的，这都是过程哥。妈，那么好，涛呢？简单的休息。那咱们刚刚啊说讲到哪儿了呢？哥，谁帮涛回忆一下吧？这个我刚才忘了讲，最后讲到哪块了？咳咳，老哥们啊，讲哪儿？刚才帮我回忆一下啊，刚才讲的是哪个部位了？嗯，15万送表，十五万发表嘛。那你看，那这个时候呢，戴哥这人呢，他首先是财不黑，那把这个15个 W 呢，3131给分了。妈，当时老霍对他呢评价也是非常高，说这小子你看，人家别人呢搁这干这么长时间，没有过这个想法，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原因他不敢，但是加泰呢做出这个事儿了呢。他勇于承认了，而且呢还把这个名儿给他拿回来了。老头起初说我不要，孩子你留着吧，咱们早晚玩玩都一家人了，扯这干啥呀？是不是？何必呢？就这么的，戴哥说啥也不行，说叔啊，该咋回事咋回事。妈，你说你要让我做呢，我就做；你要是不让我做呢，我就不做了。你整你的，妈。而且霍丽丽搁旁边也说说，爸呀，戴要乐意整啥整啥，没管他干啥呀？人家自己拿钱上的货啥的，各方面让整去呗。行，我不管孩子，你整你的去吧。就这么的，哥。你看妥了，这头呢叮了咣啷的，戴哥也回来了。那你看人家老霍家人给戴哥这属于啥呢？认可你了，对不对？你咋整都行，只要不出大问题就可以，也还惦记他。戴哥挺感激的，那家兜里先有5万块钱呢，哥，那了不得。那你像搁北京城那时候你能有这些钱吗？哥，没有。那这才脑到哪呀？刚刚开始呗。那你看呢，没过多久呢，哥，那小黑人呢就给他的抠机里头啊叮咣啷的又联系他了。妈，说再给来几块，欢迎善良我大哥，欢迎哥哥，再给我来几块。就这么的，戴哥呢一次啊给人家拿个整个3-5块。那人也不要多，那帮小黑人不要多，他们联系好下家以后呢人才到这儿来，完了之后评价说挺好的，再整几块，完人家来呢把米交给你，把表交给人家，这就得以了，那也挺好的。那你看5块表老哥们多少钱呢？25万，对不对？那家伙这帮逼揍回去都得卖个啥呢？8-9万、10万都得这样的，哥。日子呀一天天这么过。那么你看呢，赶上这么一天啊，说咋的呢，发生了这么样一个事儿。在站西路了，哥们，妈，有一个大华表业，这个老板呢姓齐，叫齐宝华。他跟谁呢？跟咱们当时啊，就是说这个霍丽丽他家呀，就是华昌表行啊，合作很多年了。但是呢，就说这个齐宝华呀，突然之间呢，不知道咋的了，能有个半年之久吧。喜欢干啥呢？喜欢耍米儿。他总在哪个地方耍？当时站西路啊，有一个叫行军的这么一个地方，大军牌坊，他总往这儿玩。而且站西路啊，这个行军属于是个大流氓子。那你看手底下什么阿文了、阿浩了，他们那边都是阿浩、阿子辈，跟上海一样。那所以说他总往这儿玩。就是这些日子以来吧，半年之久吧，没少输吧了。以前呢是非常一个守承诺、守信用的这么一个人，他属于是一个小的一个表行，他这个表呢是咋的呢，哥？给当时这个华昌表行这上表，然后回来呢加点价往出卖，加的不多，但是呢一年到头呢也能对付个几十万，妈也挣。但这小子染上这玩意儿以后，哥耍钱的话你还不知道吗？玩着玩着就上听了，一开始说啥呢，我去了，说我输个3-500的我就不玩了啊，点好我再赢回来。但是哥呀，长此以往以后就完了，越大越想大，而且说咋的，输了这玩意儿往里够，
哎，就拿这个大头啊够小头。有的时候呢，那你看今天输两万，明天就拿四万来够了。那今天输四万，明天拿八万来过来够了。那你不可能拿一万过来够了吧，对吧？不可能的事儿。那你看也没有什么鬼，也没有什么景的，哎，反正就是输了。那这头呢，欠人家当时谁呢？这个华昌表行，也就是老霍家，欠人家当时30万的这个表款。那这家伙就圆不上了，今天说下个月，明天说后个月，那他妈一推推他妈四五个月。这头老霍家呢，人家当时是谁呢？这他爸就霍华昌，就是霍丽丽他爸呗，就问起这起这个事儿了，说你看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大华表业怎么事儿啊？那30个 W 怎么还不给他拿过来呢？啊，那你看他爸就给打电话了。喂，哎，齐宝华吧？哎，是我，哪位？这怎么我听出来了？霍华昌啊！哎呀，昌哥，哎，大哥你好，这不是我好不好的事儿啊？这个宝华呀，咋回事啊？那给你这30万的这个货款，这怎么的还没给整过来呢？当初说一星期，这一晃都3月了啊！这头我这挺着急呀、啊，大哥，我这头啊出了点问题。你得约我一段时间呗。那你看，你也是做买卖的，我也是做买卖的，咱们很多米儿啊都压到这个表上了，是不是？这你也都知道。你这玩意儿，你家过日子，俺家也过日子呀。妈，你不要以为说我这门面大，我挣就多，我开销老大了。再说，我不是说缺你这30万，但是啊，你到归还的日子了，这撑多长时间了？哎，这底下啊，好多人都问了。你这么的吧，你看看这两天你给我整过来。行，大哥，妈，你放心。哎，好，没问题。那个齐宝华的人还挺客气，那没过他妈3天呢，啊，眼瞅就3天了，还是没信儿。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霍华昌又给打回来，说老弟你啥意思呀？你要这样式的情况下，我得上你店找你去了啊！咱说你没有这么办事的呀，我左一次右一次的，你这干啥拖我呢？你再整年底去了，对不对？我那30万我放出去，我放他妈到年底，我挣多少钱呢？你这么整可不行啊，老弟啊！你以前挺讲信誉的，怎么现在不讲信誉呢？大哥，我实在没招啊！你说他妈的，哎呀，我这不知道咋跟你说好了。大哥，行，我研究，大哥啊，你赶紧的，你要不研究，明天我上你那去了啊！行，大哥，行啊，电话就挂了。这电话一挂完以后呢，你看那个齐宝华呢，他妈的他也没招，我都输了。现在就是表店里挣的这点的逼钱吧，都根本都不够他支出了。他总搁这个行军这块玩，行军呢是战西路的一个大流氓子。搁战西路这一带收保护费，就包括谁家呢？老霍家也得给人家费用。这小人高马大的，得有个1.8米左右吧，妈挺胖乎，那大肚子赶他妈猪八戒似的。那广东的天也热，哥成天光个老大膀子，妈穿个老大裤衩，穿老大大拖鞋，叮咣的，跟他这帮兄弟就搁他那个橘子上面，成天扯他妈毛懒子，妈就这样式的。那你看，这头说咋的呢？打了好几次电话呢。完了，这个齐宝华也着急，他也不是特意说欠我就不给你，现在这不输了吗？那你看赶上个晚上了，手还痒痒，手里头有几千块钱，那能够还几乎吗？哥不够的，自己也寻思他妈的，我能不能切个爆点，我赢个几十万呢？那又来到当时战西路，也就是说这个大军牌坊了。到这以后呢，那你看当时的行军，那大肚子老大，坐个那个大摇椅，哥就像那个躺椅似的，那都是那个竹子做的啊，搁那晃呢，嘎啦嘎啦叼小烟儿。这头正想茶叶水，他那茶水吧扔小壶，他不往杯里倒，这样滋溜。阿文呐，大哥，这个买俩西瓜去，妈放在冰箱里这一会儿，吃点西瓜。哎，好嘞，哥。那你看他们搁这屋啊，这整的他妈是不亦乐乎的，外边有人跟他玩叮咣的。那你看这齐宝华就进来了，这一进来正正好我碰到阿文了。哎呀，阿文呐，哎呀，华哥过来了。不是你干啥去啊？说我那啥，我整俩西瓜去啊。那谁大哥搁这不？搁里屋呢？怎么的了？我有点事儿啊。那进去吧。这一进来，当时齐宝华就找到这个行军了。妈呀，军哥啊，乘凉呢？啊，没啥事儿。妈，吹会儿风扇，怎么着？妈呀，这他妈热黏咕叽的，军哥。这个老兄弟啊，给你这一晃半年了，也没少输。我操，你啥意思？这是找后账啊？不是，军哥，我不敢啊、哦，我肯定我不敢。那你啥意思呀、啊？你这玩意愿赌服输的，我跟你说多少回？我说你玩那玩意不行，别瞎鸡巴整，你净瞎整，那你咋不听呢？大哥，是我的问题啊、哦。大哥，你看老兄弟呢有这个表行啊，你看大哥你能不能给我拿点米儿呢？我给你拿点米儿，
啥意思？借我点儿，借你点儿，多少啊？30万。操！不是，你咋想？你拿我当财神爷呢？是，这局子一天抽不少抽的，但是我兄弟多呀，对不对？你这事那事的，我不得管吗？再一个，我跟你说呀，宝华呀，那这玩意儿咱俩认识半年，你张嘴给我借30万，你也好意思哈？啊，不是，我这也没招了，大哥，咋的了？遇到啥事了？大哥，那你看你要是没米的情况下，你能帮我圆到圆到？那你说吧，我啥意思听听？我跟你待半年了，咱哥俩呢也认识好没样，挺好的。是这样的，这个华昌表行你知道吧？华昌表行，啊，我知道，那不是霍华昌开那个吗？对，大哥，你肯定知道啊？咋的了？我给他们进表。哦，你给他们进表，怎么的了？我欠人家30万货款，我他妈都出这儿来了，我都要卖房子了。啊，啥意思？这拖人家好几个月，咱也不好意思呀，大滋滋的人搁这站着呢，是不是？你说人打电话呢，咱他妈的，我左一天拖，右天拖，我实在是没招了。大哥，你看这么的，你要是说没有米儿的借我呢，哎，你跟我说句话。妈，说句话，让他给我匀一匀，哪怕匀到年底呢，这头呢，完了之后我自己研究研究，行不行？霍华昌啊，那你这么说没问题，让他拖个一段时间，这都可以的，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说呀，你让我给你拿米儿啊，我还真拿不来啊。这个兄弟啥花销也大，这你知道，你得理解啊，大哥，行，理解理解。你打电话，我估计能好使。霍华昌多少号？我这有，妈，你给我按过去来，8888按过去了。大哥通了，霍华昌搁家呢，这时间呢晚上8-9点，妈跟他媳妇搁家呢，霍丽丽不能上哪山子去了，妈跟谁尬去了也不知道。电话嘚嘚嘚一响，这老太太过来了，哎，你好啊，我问一下子，这个霍华昌昌哥在不在呀？啊，你找这个大昌啊？啊，对，找昌哥啊，你稍等一下啊，稍等。大昌啊，大昌啊，怎么的？那个电话找你，电话找我，等会儿啊，过来了。哎，哪位？昌哥，没听出来呢，这我声听不出来了。行军呐，哎呀，哎，兄弟你好你好，大哥，这忙活啥呢？没啥事儿啊，这天也热呀，妈搁这嘎吹吹空调啥，准备要睡觉了。怎么的了，兄弟啊？你说。大哥，有个事儿啊，这还请你呀、啊，给点面子。啊，哎，你说兄弟怎么的？这个齐宝华你知道吧？啊，那我知道啊，宝华呀，怎么的了？我听说怎么的，跟你那嘎达设点表，说欠你的货款欠了30来万啊，啊，正好30啊，有这事儿，怎么找你了？他现在不宽敞，大哥，你看这么的行不行？你给我个面子，妈给我个面子，完这头呢，完了我给你圆圆圆到圆到。妈，他说意思给点时间，让他给你整整。兄弟啊，我说句实话，真的啊，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一会儿呢拖我快4个月了。我今天打电话说明天给我，后天打电话说大后天给，这给我拖烦了。张哥呀、啊，多了呢，咱哥俩呢也别多说了。妈，嗯，也算是好不错的，是不是？你这么的，你给我个面子，妈，再给他1个月时间，行不行？1个月你行不行啊，哥？最好是2月，这么的吧，给2月时间，行不行？兄弟，你打电话呢，我不给你面子吧，还不好的，是不是？毕竟啊，咱认识这些年了，是不是？你这么的啊，2月呢，时间有点长了，咱们呢都举家过日子，这你也能理解。但是你打电话了呢，这面子我必须得给你。这么的，像你牵头说的，我给他1个月时间，行不？大哥，那你还差那1个月了？哎。我这家伙给你打个电话，张回嘴还怎么的？大哥，差不多得啊。行，兄弟，那这么的，那从今天开始算2月，行吧？行，2月没问题。妈，谢谢你大哥吧。大哥，那个兄弟啊，不用谢了，妈不用谢。完了，多不说。妈，行了，好了好了，完到时候我跟他说一声，连2月以后给你配齐啊。好嘞好嘞，嗯嗯嗯。那你看，一撂电话，我跟当时那谁啊，这个华昌说完了。这个2月应该圆到上啊！哎呀，大哥，你说我咋说呢？谢谢你啊、哦！这2月呢，完我攒点钱儿，我给他还上。对你还上啊？要这么的，
那你看这一天呢，戴哥也是脚打后脑勺的，跟这帮小黑人哇搁一起呀、啊，这是忙活这些事儿。今天三块，明天五块的，嘛有的时候呢就是多一点。完了，然后你看什么库房了，还有什么当时这个明档，还有当时他们那个作坊里头来回溜，我跟戴哥忙的是不亦乐乎啊，嘛也管不上这些事儿。那你看呢，这头老霍呢接到当时谁呢，邢军打的电话，也给面子说俩月。那这头啊说这个齐宝华，那你说你就像你所说一样嘛，回家好好挣点钱是不是？得了呗。他主要现在不是欠这一份几乎好几份，不知道先还哪份，但是最主要的份肯定得先还这个霍华昌，要不然你给人家拿货你拿不了，哥你怎么给人家拿货呀，对不对？就这么的。那你看这头叮啷刚啷的，这时间呢一天天也过着呢。那你看这小子没脸，因为他搁这块输的吧，总感觉啥呢，哪天我起个横点啥的，我能给他轮回来。那你看自己家这个表行呢，好不容易说攒点米儿，能有个三四万，又跑来玩来了。那你说你上人家玩来，那邢军能说你别玩了，你赶紧还金去吧，人能管那事儿吗？这事儿在邢军眼耳朵里头、眼里头、心里头早都忘记了，哥，那人都不寻思这个事儿。那你看那头来了，要说耍钱鬼耍钱梗，哥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哎，他总想搁哪爬，跌倒的搁哪爬起来，那能那么容易吗？哥说你想起来就起来呀、啊，那不现实的事儿。到这儿来了，没出他妈俩点呢，这三四万块钱又他妈输进去了，那能不上火吗？哥，上火。那你看回到家里头呢，又啥也呀没说，媳妇跟他也吵吵。那你看说他妈家里头好日子刚起来，你说你瞎鸡巴整，你整成这样式的，这咋整啊？他也闹挺。到俩月了。这天的邢军他不记得这事儿啊，他只是说个话而已。那这头老哥说咋的，这齐宝华接到了人家当时霍华昌打的电话了，说宝华呀，啊什么情况啊，啊干哈呢，这是啊俩月了还没给我圆上呢，这他妈的，这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我都打算把这店往出兑了，这店里头也没啥玩意儿，人家没人兑呀。我先把你那头机我想给你整上他。不是宝华呀，那上次邢军给我打电话我都给面子了，不是怎么的呀，啊还得我怎么做呀，不行啊，不因为这样式的宝华，我跟你说咱以后没法处了，我还能放你货了吗？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说我这他妈没招了，我这给我逼上梁山了，你八山九山的你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一晃他妈的五六个月了，那你说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这啥事儿整的呀？你这么的，完了之后我明天我不行，我出去借一借去。我告诉你啊，就明天啊，我一会儿我得给邢军打个电话，说啥呀？啊，这什么意思这是啊？他妈的，这一挂，那你看给邢军打过来了。喂，哎，大军呐，我是那谁呀、啊，霍华昌啊。啊昌哥怎么的，这俩月了，上次答应你那事儿你说到现在没有圆上啊，这咋整啊，没圆上不能吧，你啥不能，我刚打完电话啊。行大哥没事儿，妈你别着急，妈我看咋回事，我打个电话我再过来一趟，你赶紧给研究研究，我上次给你面子是不是，你说这么俩月了还没给我整上呢。好了，好了。这头大军把电话打给当时齐宝国，那个齐宝华说你过来，妈那名咋没给上呢，齐宝华搁家呀想老长时间了，咋整呢，去吧。这一到这来，大哥真是没招，你说这可咋整，你说我这真还不上了，大哥呀你好人做到底吧，妈这个你再给我圆到一句，妈到年底，到年底行不行，你他妈这样我无法开口啊，这啥玩意儿，大哥呀，你搁咱们占西路绝对是这个，那霍华昌不敢不给你面子，跟我都有点鸡头白脸了，翻脸了，以后我上那放货不能放我了，哥呀我就现在就你这么一个朋友了，我也跟你家这么捧场，你再给我想想办法拖到年底行吗，大哥。哎呀我这咋说呢，家里头啊有几块啊、哦、这个真表都让我给卖了，这是一块最后一块了，妈钱呢都值不了多少钱，六七万块钱，大哥我就给你拿来了，这个事儿呢你就给我呀压到年底行不，这一看这块江山难顿，妈这是真的呀，大哥你可以去查去，我不敢骗你，妈这事儿你就帮我办一下子行不，他不敢惹过你，他都捅过我呀，
这表我戴还行，阿文呐，我戴还行吗？哥，戴挺好看。行，老霍不给我面子肯定不好使。妈，拖到年底还能怎么的？老霍有事钱。妈，喂，哎，昌哥，呀，大军呐，咋说的？还咋说的？那个，你这么的吧，这钱啊，年底给你吧，妈。不是大军呐，啥意思呀？没啥意思，这头啊，他这个表行呢也鸡巴干不了了。完了之后呢，给这嘎头啊，跟我他妈磨磨唧唧的，妈，让我搁中间呢再跟你说上一声，妈，年底吧，行吗？大军呐，这面子我给不了了。上次我给你俩月面子了，妈，咱都做买卖的，这你也找咋回事儿？长哥，别人说话不好使，我大军怎么说话不好使啊？哎，大军呐，面子我给你了啊。你是再吱声，这面子我肯定给不了你。妈，大哥，那你啥意思啊？我没啥意思，我得找吧他。大哥，你要是找他，你这不打我脸呢吗？搁站西路，谁他妈不给我行军面子呀？哎，我一口一个大哥叫的，咋的？你飘了？家里趁几个鬼子不咋花好了？哎，怎么的？我找你啊？啊？大军呐，你这话是啥意思呀？大哥可不是没给你面子呀？怎么的？这面子跟你要两次还嫌烦呢？啊？再跟你说一声啊，就年底给你了，还怎么的？兄弟，你要是这么整的情况下，那我不跟你说了，我得找他。你敢？哎，你要敢找齐宝华，你试试。我跟你说，护华昌，我他妈给你脸了。我说年底就年底，到时候你这么的，妈的，你这么的啊？这个名儿到时候你给我，听没听见？行，你不给我拿套表行，我给你砸了，你听不听？我明白明白。这名儿啊，现在也不用他了。妈，到时候年底你找我要就行。我冲你要啥钱呢？那跟你也没有关系，那玩意儿合同是俺们写的。我就告诉你，听明白了啊、哦？你不行去找他去啊！这名儿呢都已经花到我身上了，现在就盯上是我欠你30万，听没？你要是说他妈找他，我得找你，你听不听见？不是大军呐，这啥意思？哪有这么办事的？你给我喊啥呀？哎，你给我喊啥呀？你他妈作呢？大军呐，这别说了啊！我告诉你，不行找他啊，你就找我就行，年底我就给你啊，宽容到时候就给你。行，我知道了，妈，啪着一挂。妈，这头呢？你看这他妈的，这齐宝华一瞅，这么的，军哥呀，拉倒吧。真像你所说的吧，妈，我把我这个表行呢，这头啊，我给他研究出去。妈，这头就算我欠你的，你欠他的，你别上来找我来。他找我来，我肯定是受不了。我这次我自己给这头我研究研究，到时候啊，其实我说句实话，大哥，他那个玩意儿啊，成本呢、啊、哪有这些呀？他卖给咱也是挣钱儿。到时候30万我给你原封不动拿过来，你给他拿个10万20万的，哪不是了？是不是？我再说，妈，我再说，那这头呢？你看这霍华昌这人呢，家里条件好是好，哥，你就记住，人家越有钱的人呢，就花钱都花到刀刃上，不可能瞎花。这30万的那年代，哥，是一个不小的一笔钱。妈，虽说人家有钱，哥，但是干啥呀？人钱是大风刮来的，人不也是辛苦挣来的吗？他们几个搁这设计呢，怎么研究怎么整呢？那大军也不管那逼事儿，他就搁这站西路，就有点他妈横行霸道了。那你看，这霍华昌呢，搁这嘎头啊，一天也是总寻这个事儿。这老太太也说你咋的了？咋的了？他妈的，这个行军呐、啊，挺能欺负人啊。这老他妈的齐宝华也不是个揍，欠咱30万块钱，转到他那儿去了，还不让我找，要找要收拾我。妈的，这可咋整？这霍丽丽就听着了，爸呀，你也别上火了，这事儿呢也赶上了，咱家呢咱也不差那个，放屁呢。那哪个钱不是一分一分挣来的呀？还咱家也不在乎。我看你说话都给你狂的，啊！哎呀，行啊，过两天我再研究吧，妈，看咋整。他妈的，这闹腾的事儿，就这么的。他也没招，毕竟人家是社会，他是做买卖的，你小胳膊拧不过人大腿儿。你家再有钱，你能咋的，哥？赶上周日，请戴哥吃饭，霍丽丽又来到家里了。来家以后呢，这老头呢就因为这个事儿呢，就咋说，有点上点火。妈，这一进屋，你看戴哥还问呢，哎婶儿啊，那个我叔呢？哎呀，别提你叔了，上火了，上火了，
上啥火呀？哎呀，三小戴来了啊，叔，我来了。哎呀，那我得起来，哎，我得起来。这一起来，快，老太太，快快快，妈，整点菜啥的。这头呢，霍丽丽呢和那他妈去整菜去了。这爷俩这么一坐，戴哥一瞅叔，你这咋的了？哎呀，咋的了？跟你说呀，也没啥用。晚上喝点吧，这是陪我呀解解这心焦吧，妈。不是，叔，这啥事儿啊？现在给你整的，这脸色都不好看了，还脸色都不好看了。哎呀，他妈的，有个表黄啊，欠我30万，他妈的找到这个社会上的关系了，呵护啊，说那意思不要找他要，年底让他说给我，一晃他妈欠我快一年了，你说这啥玩意儿啊？这说白了，这不就熊磨人的吗？啊，这个事儿啊，叔啊，那我咋的？跟你说也白说，妈，这么的，一会儿喝点，我们睡觉睡得香。我就不寻这事儿了，叔啊，你别寻这事儿，谁欠的钱呢？谁欠的钱现在无所谓了，不重要了。现在主要是咋的呢？咱们这个战西路啊，这大流氓子，这行军呢、啊，他妈吱声呢，搁咱这嘎头啊，这个绝对好使，收这些费用啥，咱家都得交。啊，这我头一次听你说，娘俩呢把他饭菜也端过来了，啊，爸呀。你跟家代说这事干啥呀？我这没啥事闲聊嘛。啊，那叔说呗，叔啊，这事儿你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解决？你帮解决，那帮社会能惹了啊？还你帮解决解决，那不行呢。那叔这么的呗，你可打个电话，你再问问他，这米他到底给不给？你啥意思呀？我没啥意思，叔，我想听听他啥意思。可拉倒吧，妈，到时候啊，这电话打完以后啊，那行军咱惹不起。再鸡巴整一身骚，再把你挂脸上都犯不上的事儿。叔啊，你这么的，你给打电话，我跟他说，人家也不认识你，跟说啥呀？小戴呀，慧姐跟你说实话啊，那个行军不是一般人啊，你别瞎整。不是叔，咱好说好商量呗，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呗，是不是？那咱还咋的呀？有把握？我反正，咋说呢？我搁那边犯事儿过来的，是不是？多多少少啊，搁社会上啊，我也明白点儿。你这么的能谈好就谈好，谈不好啊就不谈了，听没？你就说你是俺家亲戚，听没？行，明白。这一摁过去，当时大军的电话叭一接，喂，谁？哎，你好，这个是军哥吧？啊，是我，哪位啊？这个我是啊，这个霍华昌的这一个侄子。霍啊，我知道，打电话找我啥事儿啊？啊，大哥是这样。你看看你给担保的那30万的这个表款，俺们这块呢也到用钱，是不是？这头不行俺就不冲你说去了，俺们就找那个齐宝华了，因为他欠俺们这30万，跟你也没关系哈。不是，我跟他妈的这个霍华昌都说完了，哎，啥意思？我说这个米儿找我要，年底我就给他了，那还怎么的呢？哎，我欠齐宝华30个 W，你齐宝华欠你们30个 W，我给你就完事儿了呗，你找他干啥呀？啊，我咋不给我面子啊？大哥，那我没别的意思，那你看这钱儿年底能准成不？这咋的？我听你这口气咋质疑我呢？再一个，你是他什么侄子呀？啊，那霍华昌呢？你让他跟我说话来啊？我啥意思？你不用跟他说，啊，俺们现在着急用钱儿，你把这钱儿啊给俺整过来，放他妈屁呢！我说年底就年底，妈，提前一天都不行。大哥，那你这么整，俺们这买卖做不做了？你做不做跟我他妈有啥关系啊？再一个，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啊，你让他霍华昌给我接电话，什么意思？哎，小戴，大哥，你搁哪儿呢？什么意思？我搁哪儿？我问你搁哪儿呢？我搁战西路呢。妈，大军牌坊是我开的，我天天搁这儿，怎么的？大哥，那你这样，咱明天呢？见面聊聊呗，你个小逼崽子，我都不认识你，跟我聊啥呀？啊，你让你叔接电话，你赶紧的，砸操！明天我找他去。你不用找他，妈，明天我找你去。哎呀，这小逼崽给你能的，来来，你过来来，明天你过来啊，砸操！你不来，你看我找你叔去啊，表弟，我给你砸他。行，大哥，你也别生气，妈，可能老弟呢说话呢，得罪于你了，明天咱见面再聊，行不行？小逼崽子，你给我记住了，我看你要不来的，妈，我看你要不来的啊，趴着一挂。这头的霍华昌和霍丽丽吵，这咋呀？这咋跟吵起来呢？我没吵吵啊，是他自己喊的。咋说了？我明天去，你去，那还得了？我跟他好好说，
能说通说通，说不通就咱就拉倒呗，是吧叔？你不用惦记这事儿啊。这当时霍华昌一瞅你这小子，你俩心里有谱啊？没啥谱，就是聊一聊。那可去了别惹啥事儿啊，不能妈，不能不能。喝了一缸酒，戴哥就不喝了，就回到他们寝室去住去了。那你看霍丽丽送他，说你看你明天你去的时候你注点意，别给你再省出点别的事儿来，你放心吧，妈啥事儿不太有。那么呢，戴哥第二天小文带着他，妈就是当时霍丽丽这个司机带他来的，说这个戴哥呀，你看你都需要啥不，你这么的，你上那个道边儿，妈你给我停一下子，就在当时站西路那些摆那个小百货那块儿啊，买了个啥玩意儿哥，能有这个扇子这么长吧，妈那个玩意儿有点带裤的，有点像古过去那人使那个剑似的带裤的，这个玩意儿啊，这个型前面是尖儿的下来的，这个就是到底下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像就像那个那玩意儿叫什么什么刀柄似的，就那个逼玩意儿啊，那裤往上一插，就那个玩意儿花他妈15块钱买的，就揣这儿的，那就揣这块儿的，这一揣这块儿之后呢，这小文也说那个哥呀，谈家呀清清砍亮的，能谈就谈，谈不了别给人家那啥，是不是？要不然对你不好。老弟没事，妈你就开车呀，搁这门口等我就行，妈我看看他啥意思。戴哥那你看车呢就开到这块来了，哥就这儿大军牌坊就他开的，这小子搁这嘎老厉害了。行我知道了。不是哥你自己进去啊，你不用你就搁这待着吧。当时这个小文呢害怕啊，他胆小，都是广州当地人，他胆小。戴哥这一进来，大中午的，因为10点来钟呗，快11点了，玩牌的人几乎是没有。他家忙一忙都是啥时候忙？下午忙，因为广东那边生活就那样事儿的，白天就是睡觉，下午出来天凉快，妈出来那么开心来，一整整二半夜去。这一进来门叭一打开，他们几个搁屋干啥呢？说话唠嗑呢。当时有谁呢？阿浩、阿文，还有个他那个兄弟，再加上当时这个行军，他们6个人。就搁这嘎老哥们啊，比比划划的拿个小那个扇子搁这扇呢，挺老粗，像他妈猪八戒长的，嘎啦嘎啦那种扇的。这门叭一推开，往里这么一走，那你看这谁呢？阿浩一回头，哎，这干啥的？玩扑克？戴哥往里一进，这个我不玩扑克，我找个人。找人？这他妈也没有人来玩牌，你找谁呀？啊，我找一下这个行军。那你看行军正搁那扇扇子呢，这么扇子呢吗？你找谁？我找一下行军。这行军的上下呢打量一下戴哥，那1.723米的个，而且长得挺瘦的，就是好看。我就是。你谁呀？戴哥往前上一步。大哥你好啊，我是霍华昌的侄子，昨天晚上啊咱们通过电话。啊，你就是那霍华昌的侄儿啊，哥们儿，我听你说话这个语这个语气口的这个香气，这不是咱本地人啊，我北京过来的。啊，四九城过来的，你啥意思啊？大哥没啥意思，咱呢也别坏了你的规矩，既然说你搁中间呢都说一句话了，我叔呢不能不给你面子，但是咱就说白了，咱做买卖呢，咱家呢也需要周转，是吧？你看看这米儿呢，你也别年底了，这年底呀还得有啊5-6个月呢，是吧？所以说咱家也倒不开了。大哥呀你看看3天之内吧，你把这米儿呢干圆头上就拉倒，要不然呢我得去找这个齐宝华去，本身那事儿跟你也没关系，我得去找他去，这米儿啊我得从他身上抠出来。他这一说完话呢，他这帮兄弟都回头了，不玩了也不唠了，都转过来了。当时行军一瞅，你啥意思？哎，我他妈说话你听不懂啊？我欠他妈齐宝明那个齐宝华钱儿转账了，转到你这儿来了，说年底给你，咋你听不明白呀？啊，我他妈干啥事儿我还得用你给我规划一下子呀？啊，你咋想的？大哥你也别动怒，你也别生气，咱呢跟你搁这说理呢，是不是？你个外地的小逼崽子，你跑这嘎来，你给我呼呼哈喝的怎么的？你作揍呢？啊，你作揍吗？
大哥这一瞅他，大哥，那你看看，你啥意思？这钱就得年底了呗？年底，你他妈这一来年底，我还不想给你了呢！啊，我就不给他霍华昌，还能咋的？还整个小孩过来给我呼哈喝来了！我告诉你啊，赶紧给我滚犊子，听不见？回去告诉老霍啊，我不给他了，我还能怎么的？大哥，那你这不是熊人吗？我就熊他了，那我熊他了。这俩逼钱欠的，今天来明天来的，这电话给我打的，我就不给了，怎么的？大哥，不给肯定不好使，不好使。那你想咋的呀？你要是不给，今天我走不了了。我看你也走不了了啊，阿文呐，阿浩，瞅啥呢？这阿文和阿浩老哥们叮咣的也站起来了，穿个那小拖鞋，哥，那广州天热吧，他们都好穿拖鞋，栽楞就过来了。不是你啥意思啊？啊？你他妈听不懂我大哥说话呀？赶紧去滚犊子，去！就拿那个拳头哥怼这个戴哥这个胸口子，说去出去，别给他们揍你啊，他揍你。那你看怼第一下，戴哥往后扫了一下，也没吱声。当时呢，这阿文又往前上一下子，不是你他妈俩赖皮狗啊，去出去，不来勒你，说去出去，死拉热的，去出去。这第二下子这一怼，戴哥把他手这么一拽，哥这么一掰吧，这小子直接就往下来了。那你看他这么一拽，他往下这么一来，戴哥那小拨拉盖哥就照他下巴壳的位置这么一拽一掰，啪嚓就拍我，当场那长得跟小鸡仔似的，贼鸡巴小啊，贼小，一下子就把当时阿文呢就给一个大下巴壳子就给颠倒了，差点没把舌头给颠没了。那你看旁边拉着阿浩一瞅，哎，你他妈敢动手啊？你敢动手？这家也赤手空拳的就上来了，当时大闷拳就奔戴哥脑子去了。操！瞎鸡巴轮！戴哥这一低头呢，他这一拳头就挥空了。等到这一抬头，第二个拳头一过来，戴哥这么一防，就这个位置，就照他的脸这个，他们会打哥，因为以前当过潜水嘛，那就这个位置都会打。这一防，你操你妈！哎呦啊！就地就给炫倒了。那你看这一炫倒以后，哥呀，人家不有还有其他兄弟呢吗？那这个时候，这邢军一瞅，哎我操，小逼崽有两下子，操家伙！那你看搁床边站这帮小子，那还有四五个叮咣的就把什么镐把片柳子这就给抽拨出来了。妈一家整个大镐把就齐齐刷刷的四五个就问戴哥跑来了。啊就问戴哥跑来了，戴哥就把他的腰里这玩意儿啪嚓给拽出来了。啪这一抽吧，小裤啪的一撇。妈那你看第一个小子哥啊，栽栽愣愣的拿那老大镐把就往前上啊，抽。戴哥是三躲两躲，后面这条也上来了啊，冲！这一低头，那你看后面打他那小子一轮没轮着。这戴哥这一起来以后，那你看前后夹击，有一个镐把呢直接轮到肩膀上了啊，砰的拍，往后退了好几步，找到了一个有利的这么一个地势，啥呢？墙角。你不能腹背受敌，哥，你搁墙角。你后面来不了人，因为个墙里都窜不出来人，你只能面对你前面这些人。如果说你腹背受敌，你是打哪个合适，哥，对不对？人家好几个打你一个，你怎么干呢？他这一搞罢呢，戴哥直接就跑墙角这嘎子了，那就搁这一待，这头的片柳子也拿出来了。妈，那你看这几个小一瞅，大军，我靠，逼崽子，揍他！那你看这四五个小子又溜起来了。那搁地上起来的阿文阿浩也开始拿起家伙事儿，也问戴哥来了，这就是六个人啊，哥呀，啊，这就是六个人就往上上。那你看呢，这头有一个小子叫小毛子，为啥叫小毛子呢？那家伙跑也快，而且长得小，那头发他妈的黄不拉几的啊，那一出，那家龇牙咧嘴的，长得跟雷震子似的哦，那家呼呼的往上来，打死你！擦！那你看第一下轮过来，啪嚓这么一躲。躲过去了，刚说拿起来，第二下轮过去说，戴哥一个箭步往前一垫，就他手里拿那个就类似于像枪刺那个玩意儿，带裤的那个玩意儿，哥，这么裤都扔了嘛，就剩下这个刃了啊、哦，往前上去一步，照这小肚子，跳，哎，啊，这一下子给他脚砸那了，这小子一低头一瞅，啊，就这一出，没见过什么世面，哥，真的两下就给这小子就砸软了。那跑往后面哨吗？
那你看第二个小子这一上来一狗把龙过来，操，啪嚓这么一低头照大腿，操你妈，操，哎呀啊，就地哥俩人就给干倒了。那紧接着说谁呀哥呀，阿文又上来了，要几下让戴哥干倒了以后他都没受着片柳子伤，又上来了，滴了个什么玩意儿呢哥，大板凳子，木头大板凳子哥，那家轮上来了，搁后面就是他侧面那个位置轮过来，刚发完人嘛，戴哥又靠墙角这位置，他搁这旁观者又干过来了，这大板凳子也沉呐，最小一轮，操你妈，操操操，戴哥双手这么一防，给往后打退好几步。那你看这小子那玩意儿沉，悠出来以后他不可能马上就拿回来就开壳，他得需要一个缓冲。正说拿回来的时候，戴哥就是没管自己的胳膊疼痛，又拿齿动的片柳子哥没扔下来，要扔下来就废了，齿动没扔，又往前这么一冲，那家伙所有人都瞅着，搁地下栽倒的还有从往后撩的都瞅着，说戴哥这几下子就奔谁呢，奔当时这个阿文就去了。这家一上去以后，一个小助跑哥啊，就搂住他的后脑，操你妈，啪，这一下子垫他的下巴，就这个位置了哥，就嘴这个位置，给他往后垫的推了他好几步，那家这一过去照肩膀哥就得窝着，操你妈，操操啊啊，这就给扎那儿了。那这个时候哥三个人就已经扎倒了，屋里本身就六七个人，还有四个人哥不敢动了，一动是一不敢动了。那你看当时说大军一瞅这小子挺生性啊啊，那家外边呼呼啦啦全干净人来了啊、哦、那家伙全奔他来了，戴哥就靠墙角这，谁他妈敢来，敢来我扎死你们，来。那有的人不听啊，他妈妈这么多人干不过你，搁外边还跑进来好几个人呢，又拿着钢管子冲进来了，张死你，操操操操，这一躲，操你妈、哎、又给砸那儿了，四个人那都给砸倒了。那你看呢，这个时候这帮小还往上冲呢，戴哥已经就是体力都已经透支了，搁那墙角直他妈的那个喘气儿，我告诉你们啊，别逼我，谁再敢往这上啊，我整死你们啊，有一个算一个，来，我看你们谁敢来，来上上上。那家伙这一喊哥，你看呢这个体格子不行啊，不那不大，不是瞅着像社会人似的，但是干起仗真是不要命啊，因为你没有退路啊。怎么说没有退路呢，你到这儿来你的一切是老霍家给你的，这不假吧哥，再一个你不给大家混出点名堂来，你不可能回北京，这是你来的时候对大家伙的一个承诺，对吧哥，所以说现在满脑袋寻思，一个是恩情，另一个是承诺，你不干怎么整啊哥。那家都急了，俩通红啊，来我看谁敢上，这一比划、这一比划，哎，那你看十来个人没人敢上了，没人敢上了，就包括当时行军他也被眼前的一幕给镇住了，说一个人就敢来我这嘎头，之前我六七个人这又跑下六七个人，我现在十来个人你给我砸倒四个，他也懵啊。这帮兄弟瞅大哥，大哥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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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儿哥们儿，啥意思啥意思，今天这钱我拿不走，妈有一头算一头，我他妈给你们玩命啊，我指定不带走的啊，有种就把我撂这儿啊，你不把我撂这儿我就把你们撂这儿，30万不拿过来我告诉你现在事儿不得完事儿了，妈不怕死，上来上，就这个。那你看这行军这一瞅，都别动，来都别动都别动啊，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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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儿啥事儿啊啊，你这么拼命跟你没关系，把30个 W 给我拿来，哥们儿你也看出来了，我让他们再打你你肯定不行了，妈我不怕，就是你们给我打死算你们行，你要是不给我打死这30个 W 你就给我拿走，妈。哥们儿啊，你跟这老霍家到底啥关系啊，跟你反正是没关系啊，30万就拿不拿，你不拿今天呢咱们就搁屋里死几个，妈来来。这老行军一瞅，来咱先别动，哥们儿你这么的，妈我不动你，来把这几个受伤先抬走，来一会儿别死屋来，妈好几个熊大哥俺们出去你不用管，来你先把抬走，来送到咱们越秀那个医院去，快点来，妈一会儿别他妈扎死了，快快。四个人被他们几个相继给抬出去了，屋里上像加戴哥一共剩仨人，加他们行军还有他一个兄弟，俩人戴哥一个人搁墙角站呢。兄弟
这人也都出去了。你这么的，你砸倒啊我这个四个兄弟是吧？你这样，咱俩聊聊行不行？我挺好奇。你看我搁这个越秀啊这个战西路我待了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一个人敢跟这么多人抄家伙的，你是头一个啊。不愧是东北人吗？兄弟，这么的呗，咱聊两句行不行？有啥可聊的？你把30个 W 给我，咱啥事都没有啊。要不然今天肯定早俩妈，我得砸没几个。兄弟，咱别说那狠话，咱们都出来求财的。如果说你感觉说你军哥我这人还行，咱俩聊一聊。你在这不咋地，老弟呀、啊，没有深接触过，你肯定不知道。妈，来坐这聊一聊。如果说你要是行的情况下，你坐到这儿，我感觉你不会害怕吧？你他妈啥意思？你直说，我没啥意思。妈，能不能坐下聊聊？大哥，聊啥呀？把嘴闭上。那北京不就东北吗？哥，怎么能整成南？北京是南方啊，哥呀。那北京不就东北吗？我怕你啥呀？既然说不怕，请坐。戴哥这一坐着啊，肩膀带我打耷拉了，哥啊，这手拿片柳子。哥们儿，放下呗，啊，放下呗。这咋的？还怕我咋地你啊？大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妈，你也别怪我，我不怪你，妈，我不怪你。但是啊，老弟呀、啊，大哥，我真是挺好奇，你是老霍的亲外甥还是亲侄子？不是。那你这么为他们卖命，对我有恩。老弟啊，你是什么事儿来到咱们广州的？我跟你不熟悉，我为啥跟你说这些事儿啊？老弟啊，我希望你把这个戒怀心呐、啊、往心里揣一揣，咱俩坦诚不公的唠聊一聊。我看你是个手子，妈，你是那个大哥，我这人呢好交朋友，如果说咱俩谈得开，这件事儿啊咋整都好办。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唠明白了，钱我可以让你拿走，咱能不能交个朋友？啪就往这一放，衣服扒着一脱，你出去吧，大哥。这么的，出去啊，那个给我整点水啥的，妈，完了给我拿过来啊。我跟那老弟聊两句，妈。戴哥搁这嘎头扶扶肩膀，没事吧，老弟啊？没事儿，老弟，这回呀、啊、也没人了，咱们呢聊一聊呗，妈，聊一聊呗。你想聊啥？你搁北京肯定是有事儿来到这面的吧？你咋知道？看你的身手，你不简单呐！老霍家这些年我还不了解，我他是做买卖的，怎么突然间出来你这么个侄子呢？刚才我跟你说了，我搁北京我犯事儿过来的，你看犯的什么事儿？大哥，既然你想知道，我呢就跟你啊说道说道。成朋友也好，不成朋友也罢，今天这名儿我必须拿回去，钱好说，妈，我就想了解了解。是这样，我搁我们北京城啊得罪了我一个我得罪不起的人，他把我兄弟给打了，而且打得挺惨，我出院了以后呢我就找到他了啊。继续说，老弟，找到他以后我拿着弥勒根，拿弥勒根，对，完了呢我给他崩了，打没了，那倒没有，肩膀呢我给打塌了，还有一个兄弟肩膀呢让我给废了，然后跑到广州，对，我跟人家老霍家非亲非故，是人家给了我现在的生活，手里头呢多不说吧有了点米儿，也是人家给我的机会，所以说人家有事儿呢我不能啊不管。兄弟挺讲究啊，为了30万你为他卖命，你感觉你值吗？大哥，恩情这个东西跟多少米没关系，那刚刚面对我们这么多人你就敢往上上？大哥，前面没有人帮衬我，后面我没有退路，我咋办呢？
而且我搁四九城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对我的兄弟们许过诺言了，我不可能轻易回四九城。再一个，我得对得起人老霍家，所以说我别无选择，就是今天死这儿，我也得跟你干。老弟，行行行行，你大哥呢名声不是很好，但是我这人呢乐意交朋友，我身边这帮小子呢都是跟我一起啊当地的，那我没交过外地的朋友，都是大面儿。大哥呢今天跟你也认识了，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你看看咱们之间呢能不能交个朋友。交朋友可以，大哥我搁这嘎我也没朋友，但是米儿我得拿走。老弟没问题，妈没问题，就冲你这份勇气，咱俩这朋友交得了，而且你这米儿也能拿得走。大哥那家带呀我多不说了，我谢谢你。老弟不必了，妈这样吧，咱哥俩呢也算是有幸认识，能喝点不？我还行。大哥你啥意思？我跟你喝点行不？老弟啊你不用害怕，你不要以为啊我整出点什么事儿来，不可能。妈你可以把你的片柳子放在你跟前咱俩喝怎么样？大哥既然说你有这个兴趣，行，妈我陪你喝。来这么的，来出去整点茶啊，咱们也就是说粗茶淡饭行不行？喝点没问题哥。好，这头呢咣啷咣啷呢八加一给支来了。妈这一支南方人好喝白酒哥，妈行吗？这个你说咋都行哥，我给你倒上八着一倒。兄弟咱俩也算不打不相识，整一杯吧。行大哥我陪你一杯。啪着一碰，当时呢说这老行军呢啪就走进去了，大哥一看他走进去了，他也走进去了。兄弟有点量是吧？大哥既然说认识嘛，交朋友就得实实在在的。行妈行行行，老弟来再来叭叭叭，这一倒那你看他俩哥呀这家喝的喝到晚间将近十点半左右了，当时行军有点喝多了，戴哥呢也是有点迷糊了。那这当时这老行军就说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家带老弟，我搁战西路这些年这仗啊打的无数，但是啊没遇到过你这样的手，也是第一次让我他妈大开眼界，提了把他妈小刺刺就过来跟俺们拼命来，你是第一个。妈我佩服你，之所以我让他们走了，其实今天你根本走不出这屋，但是为什么我让他们停手，我就想交你这个朋友，能看得出来还有你所跟我说的这些事儿，我都相信。大哥我今天喝多了，这样以后呢你搁战西路有一个哥哥呢就是我行军，我搁这嘎子呢有个弟弟新交的叫加代，你看行不行？军哥不了解你的时候啊我感觉你那人啊挺操蛋，但是啊跟你喝那顿酒啊我感觉你那人挺敞亮的。我加代也不是随便交朋友，虽说我外地来的，我也不可能卑躬屈膝啊管他叫哥，这是你做到了，行，以后我管你叫哥。老弟多不说了，干了。啪嚓这一下叮咣粥了，那家那几个兄弟搁医院他妈做手术呢，妈也不管了，该跟戴哥喝的，喝到将近十一点了，戴哥还清醒了。大哥我还有个事儿没办呢，老弟你说我那30万。哎哎，过来，松了松了，哥，上保险柜来，来，查出30万，给我老弟带回去。那你看小松一过去，叭叭叭叭这一拧开，这头给查出30万，啪往这一放，老弟，我有诚意吧？大哥，行，啥也不说了，就在这没喝酒之前。你让我陪你喝点儿，我还以为呀、啊、你有啥事儿要整我呢，但是现在呀、啊、哥呀
我啥也不说了，妈，我周一杯，谢你了。啪的一盆光周进去了，这头拿方便面扒一桌，兄弟，联系着妈，方便把你的电话给我，我没电话，我有个 BB 机，妈，你往我那个档口打电话，叭叭的一写，这是我的电话，咱哥俩呢，亲联系，没啥意思，上我这儿来，怎么样，大哥？我啥也不说了，妈，谢谢你，家带走了，妥了，老弟啊，我还得上医院，大哥，这头你看我不行，给拿点医药费，老弟，不用，妈，认识你，付出点代价呀，大哥也值得，妈，那你看，挺讲究的这个行军，那一看戴哥不是一般人呐，这戴哥这不就回来了吗？一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半夜了，那家伙你看那霍丽丽还搁当时那个哪儿他们的寝室门口等着呢。戴哥这一过去，哎呀，老弟啊，回来了，姐啊，还没睡呢？不是我惦记你呢，这我爸我妈让我过来的，钱我拿回来了。哎呀妈，真拿回来了！哎妈，这咋整的？没事儿，打两下子。哎呀妈，姐给你揉揉。姐不用，妈，你这么的，你把这米儿啊给我叔他们拿回去。妈，这头呢我回去我睡一觉，我有点喝多了。老弟，咋回事啊？明天再说吧，行不？那行啊，那你回去好好休息啊。我知道了，戴哥一回寝室，那这头呢，霍丽丽回来了，把30个 W 交到他爸他妈手里了。老霍当时说：“哎妈，拿回来了，爸，这拿回来了。但是我看他好像受伤了，那能不受伤吗？啊，这咋回事？咋没过来呢？喝多了，喝多了。这么的，明天他过来，妈，咱家呀，咱点菜，让他过来啊，挺好的人。行吧，完到时候我明天让他过来，嗯。”戴哥回去睡觉，他们也回去睡觉了。那你看第二天呢，这霍丽丽开车特意把戴哥接来了。这一见面，戴哥也非常有礼貌，叔阿姨，快坐，来快坐。那跟以前的态度更不一样了。不是，孩子啊，这咋给整出来的呀？行军呢，我俩处成朋友了，以后是我小哥了。你跟他处成朋友了？对。那你这没事儿，昨天动手的时候啊，打我两下子。你能搁他手里头把米儿抠出来，可以呀、啊，啊，可以呀、啊，叔，咋说呢？我也不是为了还你们的情，但是你家的事儿啊，我必须得管。昨天我一去啊，这个屋里不少人呢，我就一个信念，钱儿啊必须得给我拿回来，不拿回来啊，我不带离开那屋来。后来我这个举动啊，也感动了行军，就这么的，我俩搁一起喝的酒，成为了朋友。那你看戴哥这个虽然说很简单的那几句话老霍明白呀、啊、那是狼入虎口了，能出来了不得，妈真了不得，啥也不说了啊，爷们儿我敬你一杯，说来吧，趴着一碰光整进去了。那你看戴哥呢没啥事呢，跟谁呢，当时这个行军俩人打电话，行军从网上打电话，老弟啊过来呗，喝点呗，大哥我这忙着呢，晚上我过去，行。那你看一来二去俩人关系越处越好，而且说行军不可能把他当成小弟，他没把戴哥当成小弟，而且当成兄弟，就是像亲哥们那种感觉似的，处得非常好。妈，戴哥也好喝，他也好喝，俩人一喝喝到他妈天亮，就那样式的。那你看处得说这么好，又赶上一回事儿，说咋的哥，这个事儿不是老霍家的事儿了，而是当时谁的事儿呢，行军的事儿。行军是放局的哥，赶上这么一天啊，他这个局子上来了个人儿，哪的人呢？这个人当时是咱们战前的，也就是说流花街道的。那这小姓龙，叫龙云峰，外号我叫龙七刀。为啥呢？他当时啊给这个流花街道呢能站住脚呢，就因为他那个七刀把之前的一个老大呢连怼旗下了，给干走了。他自己呢站住脚了，老家属于是外地人。哪的人呢？是咱们当时应该是不是沈阳，就是他妈的辽阳的，往、啊、那边的那么个人啊。他刚到广州的时候也被人欺负，啊，也被人欺负。然后说咋的呢？哥，跟人家拼命去了，拿这个片柳子跟人对扎，扎了人旗下了，最终那小服了，外号呢就出来叫龙七刀，大名叫龙云峰。他有这么一个兄弟，那这小子他这个兄弟呢叫啥呢？叫邱泽，啊，姓邱。都是东北人哥啊、哦、他的带的几个兄弟都是东北人，还有什么韩广了冯全了，都是他搁东北那边带过来的，都是你看他搁这混好了吗，东北老家人就奔他来。那
然后就搁这流花街道老哥们他干啥呢？干当时这个配货。你像什么这个战前呢，一整来大的这些物件啥，欢迎我姐啊，大的物件啥的呢，他给配过去，妈挣的这个钱的。就这么的，逐渐逐渐就发展大了，而且说手底下这个兄弟啥的呢，都狠实，都是东北的。你不像当时说谁呢，这老他妈行军的兄弟，你像阿文了，那个阿浩他们都是广州本地人，他们胆儿小哥，他们胆儿小。你跟这个谁呢，就是这个龙云峰他们这伙人比呢，差意思，那差意思。就这么的，这个谁呢，这个小叫邱泽，跟别人呢来到这个谁的局子上呢，就是当时这个行军的局子上来玩来了。这一进屋的时候，行军认识他，你知道吧，啊，这都认识他。哎，过来了兄弟。这邱泽一瞅见，俊哥玩一会儿，妈玩吧老弟，玩吧妈。叮咣叮咣的就玩上了，这小子搁这嘎就输了，咱们这个就不用过多的说哥是怎么玩的，就搁这输了当时30000来块钱。完了咋的呢哥，兜里头没有那么多，啊，就跟他说了一声，说大哥呀，这么的呗，这个我带来这米儿呢输差不多了，30000块钱不够了，你给我拿点呗。没问题，妈没问题，老爹这头正搁这点米儿，说你差多些，说我这头啊欠人的橘子上面能有个12000来块钱啊，你这么大哥，你给我拿过来。说行，没问题。叭叭给查了12000，那你看这头他不就净手了吗？自己带了18000，输了3万，这不12000吗？大哥，这12000是这12000啊。你这么的，你再给我拿3万块钱，我再玩一会儿。那你看行军这一瞅啊，说老弟啊，这个没法给你拿。那咱家橘子呢，这是你来了，我给你面子。别人呢，真的，我是几乎啊，我是不给拿米儿的啊。他乐意玩就玩，不乐意玩就拉倒。军哥。那你啥意思？没瞧起老弟啊，俺家峰哥你不是不认识吧？那峰哥谁能不认识？肯定认识，但是啊，这是两码事儿。妈老弟，一旦呢说搁你这嘎打出来一个口啊，将来说给这个不拿给那个拿的不好的，是不是？你看看，这么的，12000啥时候有呢？你啥时候给我拿过来，行不？我没跟你说12000的事儿，我让你再给我拿3万，我给你这嘎输了3万块钱，我再捞一把，行呢？我就拿走，输了呢我过段时间我就给你。老弟啊，这个咋说呢，别说你了，就是你大哥来呀，这规矩啊咱也不能坏，对吧？大哥，那你的意思你家放局不给拿米儿呗？老弟啊，小来有趣行，那说差个他妈的30002000的我都能给拿，这太多呢我真拿不了，因为啥？他惹不起陆云峰，人家翻脸回去，你本身就是龙云峰的一个兄弟，你要不给我，我能咋整啊？对不对？12000，我给你拿上拿了，给你个面子。但是你再多说，我指定我说不能给你拿了。大哥，你说这话是当真呐？老弟呀，真事儿。那行，那我不玩了。妈，12000我有我就给你。行，老弟，啥时候有啥时候给，没有啊就拉倒了。你看行军做人也会做，妈。就你这逼样还放局子呢啊，老弟你看啥意思啊？我说就你这样啊还放局呢，行啊，啪就走了。当时他那几个兄弟，你看阿浩一瞅，哥他妈的不能给他拿了，你这3万拿过去了，他还有下个3万，你等那个3万完事他还有下个3万，源源不断的给他拿，到最后拿啥还咱呢？龙云峰他妈一个不要脸，咱咋整啊？能整过人家吗？对不对？不好的，哥那这不属于得罪人的吗？就认可得罪他也不能上拿，你知道吗？拿完以后更得罪他，犯不上的事儿。12000咱给他不要了咋都行，他下回还好意思来吗？对不对？轩哥，你那你这么说行啊，那行，那你看等到当时啊这老邱泽回去了，这一回去呢就搁这配货站，那就跟自己大哥就把这事儿说了。大哥啊，邱泽怎么的？哥，我今天呢上他们战西路去了，我搁那个行军的局子上玩啊，逼养呢我能输3万，输那些可不咋的，给了哥我自己的18000给了，我可能借了12000，别玩了，那鸡巴玩意儿啥意思呀？哥呀，主要我来气呀。啥意思？我说你给我拿3万块钱，我说我再整一会儿，输了到时候我他妈给他拿过去，逼养的死活不给我拿，我都看着他给别人拿，他就不给我拿。行军没提我哥呀，我提了，人家也说了，说就是你大哥来了，规矩还是规矩，
他这么说话？那你看哥，我能骗你吗？我搁东北投奔你来的，你说，妈的，这个星大胖子装他妈犊子呢！没事，来，我明天我找找他晦气去。哥，真的假的？我找找他，我看能怎么的。来，我试试他。那你看，来到第二天6点来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这块玩的人吧也不少了，有的玩的小，打个麻将啥的，妈有的撸饼子、撸筒子，就这些玩上28，整这个的。那你看这头呢，人家这个龙云峰呢，带着自己这帮大兄弟，都是东北的来了，出门老哥们全都是大片柳子，嘎嘎都给腰上揣了，妈小衣服一盖，往里这么一进。那你看阿浩这一回头，哟，峰哥，啊，嘿嘿，阿浩吗？那谁呢？这老他妈的邢大胖子呢？啊，我哥搁那办公室呢，喊他出来，妈，玩一会儿。姐，哥，龙云峰来了。他咋来了呢？说玩一会儿，哥，不能有别的事儿吧？不应该呀。这一出来，哎呀，峰哥，哎，邢大胖子还他妈活着呢，挺好的吧？哎呀，峰哥，这啥风把你吹来了？没啥事儿，搁这路过。妈，这不嘛，跟邱泽俺们几个刚才闲聊天，说哥跟你这玩挺好的，我寻思我也过来玩一玩呗，怎么的不让啊？没有，大哥，那能不让玩吗？那既然说要玩，那我那啥呗，我上哪屋啊？那你玩啥？玩啥都行，妈玩点大的，小的没啥意思。行，峰哥，那里边那屋，他们可能玩的28呢。啊，行，来进去看看去。往里这么一来，他往这一坐，来吧，加我一个吧，妈。有的人认识呀，峰哥过来了，哼，玩的吗？啊，玩啊，来，我整一会儿，整上了。那这头哥根本就带钱都没带，就没带钱去哥啊。呱啦呱啦的，他也往死整，就往死压，往死干，点儿鸡巴也背。这头哥上去，你看，也说了，那啥呀，这个钱搁车里我没拿，那谁，那个熊大胖子，哎，峰哥，那个给我拿几万块钱呗。峰哥，咱这块有那啥，有规矩。啥规矩？这个不给拿名儿，是吗，邱泽？那他说是那么回事吗？你看邱泽昨天搁这玩了，跟我说拿12，我说给你面子哥啊，这你说上来就，啊，不给面子是不是？那行，那这么的，咱上车取去，妈上车取去，去，我拿5万块钱，上车以后啪嚓5万块钱拿来了，妈这头往那一放，叮咣叮咣给整上来，没他妈到20分钟，那5万块钱出没了，这一出没以后往后一瞅，车里没有了吧，哥没了，哎呀，这也玩不成了，这也呀。行了，胖子，哎，峰哥，那你看看这5万呢，搁你这儿啊，他妈的输没了，咋整啊？哥们感情呗，借点呗，不是搁局子上说话，跟你个人借行不行啊？个人借还拒绝我？我不是跟你局子上借，我跟你个人借，我龙云峰这点面子没有？有，大哥有，拿多些，你看拿呗，妈。拿个5万10万的，行，大哥，我给你拿5万，别拿5万，拿10万呗，赢了一会儿我都给你，输了到时候明天上我那取去，行吗？大哥，我这不见挺能够，给我凑凑呗，妈，我凑凑，你这么大个橘子放着啊？行，啊，我整整，妈，我整整，不大一会儿啊，整了半天，给整了10个W，啪嚓往那一放。这回有米了，大家伙该整整咋整吧，妈来吧。又没过半个小时，这10万块钱又干进去了，哥，妈干进去了，而且这10万块钱到手以后，那5万就直接给谁，给邱泽了，揣起来本钱，妈拿这5万叮咣叮咣的几下整没了啊。这么的哥们儿啊，那个我喊句话行吗？啊，哥姐喊句话行吗？我给大家出10万块钱了，喊句话好使吧？好使，这风格能不好使吗？那这么的，来，我再往下10万呢，妈整吧。大家伙儿一瞅，那啥，那个行哥，你看这咋不相信我呀？哎，老邢啊，啥意思啊？喊句话不好使吗？没了这头上车给你取，车友啊，跟你借刚才是打点儿，还怎么的呢？
这个阿正常说也是不拿钱的，说 不让喊话。我就喊了行吗？啊，我就喊两下子不好使啊，我就喊那一句行不行？能不能给他面子大伙儿？行，给大哥给。来吧，整吧。这他妈一开牌库呲一下子进去了啊。这之前给人拿了10万又输进去10万。妈，这么的吧，这他妈的没好了，这是妈这点今天真背。来，我再喊句话，大哥这肯定喊不了了，妈肯定喊不了了，喊不了了。哥几个你们啥意思啊，大哥你看你这没法整了啊，这没法整了。那行，没法整了就这么地。妈，那谁老邢啊，你帮我给了呗，完了我欠你20万行不行，完到时候啥时候上我那里取去啊，随时。行，大哥妈行，完了那我明天我过去。行，明天你过去吧，妈你过去吧。这头人出来就走了。到外边当时邱泽说，大哥欠他20万呢，咋的？我听那意思，明天来取了，来吧。啊，你看我给不给他就完了呗。上车来，上车，开车就走了。那这头呢，行军呢，递给人点名，叭叭叭叭叭给人一顿点，20万现巴巴的，就他妈给扔到这里头了。因为你看，跟你这玩的，你不能差人家事儿啊，对吧？你差人事儿，以后谁还能跟你这玩的？他们这一完事儿以后，第二天，这行军呢，老哥就来了。开个当时啊，这个一个红色的捷达的，妈那时候开车开都不好，90年嘛，90年的这个现在是5、6月份呗，死啦死啦热呢。开车呀，就直奔当时啊这个流花街道的这个龙云峰的配货站就来了。当时龙云峰配货站，老哥们，你看他那个屋里都有谁呢？什么邱泽了、冯全了、韩广了，这帮小都人高马大的，全东北人。妈，车扒着一停，不少人搁这装货呢。妈，往办公室这么一来。谁呀？哎呀，峰哥，我呀，这个行军呐，啊，进来吧，来，进来。门扒一开，那你看这头好几个兄弟说，呀，军哥过来了，哎，过来哥几个啊，这个大哥，你看这个我那啥，上午我都没好意思来，我吓唬过来的。大哥，你看看这个账，昨天你不说你让我过来吗？哎呀，不是行军呐。这么急吗？峰哥你也知道咱这个阿头都是来回钱儿，你咋整的是不是？哥不容易的啊，你这大家大门大业的是不是？你看看给圆道上面。哎呀，圆道上，哎呀，差点儿这一天拿啥给圆呢？现在你说我这个阿头嘛情况也不太好，晚段时间呗，行不行？大哥那你说晚道时间这晚多长时间行啊？这么的吧，这个月8的或者个10天20天我就给你整过去行吗？大哥月8太长了，你要说10天老弟我等10天。妈，行行行，回去吧，妈回去吧。邱泽他们几个互相一瞅，惨了，他来跟大哥要钱来了，挺有意思。妈，那大哥那我先走了啊，走吧妈，走吧，10天以后你再过来啊。这一回去天天的跟大哥也喝酒，这事儿呢他也没打片上。等到他妈到第10天以后呢，都已经12天了，他没去，打个电话，把电话打给龙云峰了。哎，这个峰哥，哎，我呀这行军呢，啊啥意思啊？你看上次那20个 W 这都12天了，大哥你说10天我没有，现在咋整啊？大哥那你看你这么整，老弟我这买卖咋办呢？是不是你大哥够给你面子了？那谁邱泽给我拿了12000我不要了，你就把这20个给我圆不到回来。妈，大哥咱就拉倒行吗？我他妈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吗？哎，当初跟你那玩你知不知道那他妈都是带气儿去的，要我能说那些吗？哎，邱泽上你那去给你拿10000块钱你不给拿，你他妈咋想的？你这个行军呐，你先瞧你挺牛逼呗。哎，战西路感觉收点保护费牛逼起来了，放点小局啥的。哎，你敢跟我整一下子吗？咱不是没整过吧，给你整啥逼样你不是不知道吧？啊，大哥那你看你这么办事儿，将来那你啥意思啊？大哥你看看不行你给我整上吧，这时候确实也是需要米儿，那你过来吧。妈你敢过来，来完了我给你啊，你过来吧。大哥那你看你这个话的意思是啥意思呀？这是不想给了呗？我让你过来我说不想给了吗？你只要你敢过来我就给你啊，你来吧。
行，大哥，那我知道了。妈，你只要你敢过来，我就给你，没事儿，行勋啊，我不能差你钱儿。啪，这就给挂了。那话里话外的意思啥呢？你来吧，你敢过来，我就敢给你，但是得先说你敢与不敢，对不对？过来能给你吗，哥？不得胖着你吗？正哥这嘎犯愁呢，戴哥搁外边进来，因为晚年了没啥事儿了，来了。大哥，哎，大爷过来了，坐坐坐坐坐。大哥，咋样这段时间呢？哎呀，挺好，挺好的。喝点啊，我这时间你给我整的，这酒桶都整出来了，喝点呗。我还带点菜儿。呀，你看哪带菜呀？我路过搁那嘎买的粉肠啥的，我整过来的。行，那来吧，来来，整点家里有酒来，整点酒，搁办公室哥俩就喝上了。头一缸二缸的时候都没啥事，第三缸的时候啊，这头啊，这行军就说了：“妈的，这两天呢，大哥他妈的，他气死我了，咋的了，哥？心里不得劲儿，他妈的，给你絮叨絮叨，你别嫌你大哥磨叽啊，大哥，你说呗。你看我搁战西路啊，脚挺不错的，收点这小费用啥的，妈搁这嘎头他妈的，就说像个人似的。哎呀，他妈的，大哥呀。”也有他妈的爱欺负的时候，大哥咋的了？我都不该跟你说这话了的，但是他妈大哥今天跟你喝酒，你说这话我不能跟我兄弟说呀，跟兄弟说谁还跟我混了，我就得跟你说。大哥，你拿我当弟弟，你说吧。妈，咱哥俩咱说白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长时间了，天天搁一起喝酒怎么的了？那哪儿站前刘花街有个社会，社会比你还大，我跟人家比是个屁呀，咋的呢？全东北的，成他妈好干了。我可能干过一回，搁鸡巴那个刘华街给我打回来的，操他妈卸我膀子。后来找人疏通就拉倒了。那啥意思？因为啥事儿啊？啥事儿上我这来玩来了？欠他妈我20个W，说啥也不给我。我去一趟，说他妈10天以后给我。我今天打个电话，都12天了。我说我去取去，人家给我咋说的？你敢来，我就敢给你。那我还不明白吗？我去就要收拾我了。哎呀，行了，他妈的，我跟你说，佳代呀，你说人这一辈子哪那么容易的？你觉得你哥挺好的呢，其实你哥呀，他妈就搁这片还好使点，到别的地方狗逼都不是，不像人家到哪都好使，咱他妈白费。那他啥意思？不给了？没说不给，问我敢不敢去。那大哥你啥意思？大哥说句不怕你埋汰的话，我不敢去。他欠你钱，你为啥不敢去啊？哎呀，人家手腕大嘴大，咱能行吗？哥呀，那这话呀我就不乐意听了。大呀，有啥不乐意听的？能者居之，人在屋檐下你不得不低头。我还想搁战西路混，我就得他妈卑躬屈膝，要不然你咋整啊？人家就得收拾咱，一点招都没有。大哥，夹带说句这个不好听的话，你说你兄弟也20-30号，那你有啥可怕的？夹带呀，那天屋里头也10来个人，你一个人就给喝住了。大哥，那我这话你还不明白吗？哪个人敢为我去卖命啊？为啥我就问你呢？我说你跟人什么关系？你敢卖命啊？谁敢为我卖命啊？那阿文阿浩，如果说一个月我不给他多拿点儿，那早他妈没影子了。哥，别让我来，整一口，妈整一口。哎呀，不提这事儿了。妈，这个搁那边不挺好的吗？挺好的，行啊，好好干吧。妈，啪着一碰，咣，周进去了。哥，东北人那么可怕？兄弟，你是没见着啊。我他妈跟他干仗那回呀、啊，我有两个兄弟膀子差点让他给卸去，全是大斧头，成他妈下人大战斧，哐哐抡呐！那家伙我他妈感觉我胆儿挺大的了，我跟他一比，真的差点没给我吓昏过去。大哥，如果说家带领你去，你敢不敢？老弟啊，你多想了。大哥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呀、啊，绝对不是说让你帮我要钱，不是，跟那没关系啊。家带也知道你啥人，咱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啊。哥，我就问你，
我领你去，你敢不敢去？大哥都喝三缸酒了，我要说不敢去，我纯属是窝囊废了。大哥，你敢去不敢去？兄弟，你真跟我去啊？大哥，那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我敢，大哥，这就对了。你说你搁站西路混，人家一个他妈流花街的过来熊吧，你都不敢吱声哥。将来你怎么搁站西路能长此以往的站住脚？哥呀，都是他妈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你怕啥呀？哎，兄弟啊，你说的是那回事儿，但是我是真他妈害怕呀。行哥，你害怕这病呢，我帮你治。那我得马多少人呢？不用马人，咱俩去。啊？咱俩去？哥，你这不又害怕了吗？不是，我不是害怕。咱俩多少我得带点人啊，要不然你这……大哥，带多少人有啥用啊？像你讲话的，都是这样的，带去了不也得跑吗？反正你说他妈也是那回事儿。你这么的，咱俩这缸酒喝完，咱俩过去，行吗，大哥？兄弟，行，大哥敬你。妈，就是前面他妈的有火葬场啊，我都跟你去。大哥，人要是没有一个恒心，你成不了大事儿。妈，来，啪的一碰，梆，揍进去了。走，怎么的？这就去啊？那还等啥呀，哥呀？你不知道搁哪儿吗？我知道。走，啊，走。那你看这头戴哥一出来，他也没车呀。那这头像阿文阿浩了，说哥干啥去？你们搁家看家。妈，我给你戴哥，俺俩出去趟。这头开着当时那老鸡巴小捷达了，呲呲的，哥俩就来了。妈，戴哥呢揣的家伙事儿，这头呢说这个行军呢也揣家伙事儿。胖啊，那家伙天一热呀，车里开空调啊，那都哈着。都这个马上大狗熊似的，那他妈脑门子上都直出汗，就是空调开的还那么热，你说的啥样吧，哥？俩人开车就来到当时人家说谁呢？这老他妈这个，龙云峰这配货站了。妈，到这龙云峰配货站以后，门口呢，搁就他院里头还有人就是装货啥的，各方面办公室还有人亮灯呢。他们呢，这在广州那个点儿吧，哥跟咱这不一样。你像十点来钟了，十一点来钟了，人几乎就少了。人家那嘎不是啊，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人家还那么多，白天人少，啊，是这样的。那你看哥这头，叭叭叭把车啪这么一停，就这儿，兄弟，你可想好了，大哥，那有啥想不好的？咱进去呗，找他唠唠呗。他啥意思吗？他不说了吗？咱敢来他就敢给吗？我看怎么敢给的，来走，走，门叭的一开。哥俩出来了，往里这么一进，这儿呢办公室，门扒着一拽，到办公室里屋这门的时候，那你看戴哥是非常有礼貌的啊。出啊！哎，你出啥了？我出一个六，六。你的你我不要，六你不要。谁呀？谁呀？我想找一下子这个峰哥呀，欢迎诚心做人，我哥。你哪位啊？谁呀？你开门，谁到啊？那你看这个时候韩广出来了，门啪一开开，你是呀？这不军哥吗？哎，兄弟，这是谁呀？这我一个弟弟，这么晚来有事儿啊？找峰哥有点事儿。峰哥，军哥过来了。当时这老他妈龙云峰一瞅，我操，这小子真敢来，让进来。扒着一进门，喷这么一关，龙云峰一瞅，大军呐，啥意思啊？那个峰哥，这不你说的吗？让我来，我不来了吗？我看看那名儿，你他妈还真敢来呀？啊，这咋的？请个帮手啊？谁呀？这是啊？这我弟弟，兄军呐。不是，我就发现我给你机会，你是挺重用啊，哈，行，那这么的吧，既然我说给你敢来，我就给你，
那你这样来，那20万多大多小你知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成年多人哥咋回事啊？哥，那你这话是啥意思？戴哥一口，戴哥你先别吱声。你好，峰哥。老弟，啊哈，你好，你谁呀？这是我哥，妈，我他弟弟。我今天跟他来呢，想问一问，你欠俺们局上那20万，你打算咋整啊？咋整？你啥意思，大哥？没啥意思，就是来呀，要这个米儿来了。你看看，都挺不容易的，给俺拿回去吧，大哥。这说话也不是咱们这边人呢，你哪的呀？北京的。对，我北京的。你什么能力呀？张嘴过来就跟我说把米儿拿回去啊？我告诉你啊，我是特意呀，我整一整这个行军的，不给我兄弟面子，我就得收拾收拾他啊。搁这流花街还没有人不知道我龙云峰呢。咋的？你俺俩来就想把这20万就给拿走啊？你他妈做梦呢，大哥。那你的意思，这米儿拿不走了呗？感谢啊，感谢诚心做人我大哥，感谢我哥，妈，感谢我哥，拿不走了呗？我压根就没打算给，大哥。那你这他妈不是赖吗？感谢我李哥。那你看这头邱泽了，韩广了啊，还有冯全全过来了。大高个个老高了，得绑上。咋的啊？干啥的呀？不啥意思啊？啊，跟谁说话呢？军哥呀，不想搁这个战西路待了还是咋的呀？啊，不想待，给我大哥说一声，整整你啊，整他玩过来啥意思呀？啊，你瞅你长的。戴哥一瞅，你跟我哥说话出点意义。妈，这米儿今天不拿走，俺哥俩不再出这屋来。起来，起来，大哥，没事儿。妈，那你看韩广一过来，趁你这个小逼玩意儿，你还脚他妈你挺烈。哎，那你再说一句来，咔嚓就一下子把戴哥的这个脖领子给抓住了。那你看这行军头，哎哎，小瓜，小瓜，哎，自己家人啊，不行，俺俩就走。哥，你别吱声来。把你给我撒开，妈，你给我撒开来！我就不撒，你还能怎么的呢？把你撒开，我就不撒开啊！我看你他妈诅咒啊啊！你不撒开是吧？我不撒。行，行行，没事儿，妈，你专注了啊！啪嚓就把后腰老胳膊掏出来，成筷了，啪就一下子，操你妈！哎呦，哎我操，大哥，扎我！这一说他扎我哥，妥了，这屋他妈炸营子了啊，炸营子了，一下就给小广就一个小片柳子哭刺一下就给砸那儿了，出手也快，还他妈狠事。这当时行军一瞅，起来，你妈的来，我看你们谁行，来来来，一会上上。那你看邱泽他们几个上当时办公桌底下家伙事就掏出来了，因为他们绝对要比哪儿的人呢，比当时就是这个行军那伙人要狠得多。行军那伙人全是广州那帮的，这嘎挺大，后面挺大的，都小个不高，都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他妈这伙人纯纯东北帮啊，那还有外边干活的呢，哥，戴哥真敢整，哥，那就是说一句话就整不明白，上去开磕。他也寻思好了，哥，这面你要想打出来一个天地，你得扬名，你不扬名，哥，你啥时候能出来呀？你靠谁替你传名去啊？对不对？你下手必须得狠，你要不狠，你就得挨揍，那是肯定的。那这头哥你看吧，这老他妈小广让他啪嚓给扎那以后，邱泽他们几个还有当时冯全，那外边哥老哥们叭叭叭全上来了，外边什么提了木头棒子的狗把的全他妈搁大车那块全干过来了，屋里也喊说干仗了，那全围过来了。那你看说邱泽那他妈也往跟前撩啊，提了老那大战哥，就那他们的大战挺老大的大战嘛，就问戴哥跟前来了，戴哥还搁前面护着当时行军呢，行军懵了，大哥瞅啥呢，掏家伙呀，那你看邱泽大片柳啊，走走走走，戴哥就连连往后躲，妈连连往后躲。那你看那谁呢，冯全呢奔当时行军去了，
操你妈！操！这行军一瞅，哎，你妈！操你妈！操！操！大哥一瞅，干他大哥，别怕！操！操！这哥俩就轮上了。你看那小季哥，成他妈好干了。妈，这家伙，你看那邱德的大战哥，那一轮被疯的呼呼的。赶到哪儿呢？戴哥往墙角这么一哨，这小子就来个泰山压顶，直接奔脑袋开磕。东北人虎啊，妈虎啊，哐仓就一下子。戴哥一低头，他那个逼玩意儿正正好好砍那个墙缝上了啊，啪砍里头，哎哎，他这一蹬，这一拽，俩手啊，那都抡圆了啊，那他妈脑袋不给你劈开都了不得了，一下砍到墙缝上了，啪就一下子镶上了，往出拽呢。就在这个时候，戴哥把这个逼玩意儿啪嚓的一拽出来，哥啊，操你妈！操操操！哎，一下子就把邱泽老哥们就给砸倒了。这一砸倒，你看看，小肚子、大腿，因为他低头嘛，换秋雨哥，他一低头，啪啪啪就砸。但是逆转的时候，是谁逆转的呢？是当时的龙云峰，怎么逆转的呢？戴哥他们吃亏了，怎么吃的亏呢？哥，一会儿咱们再讲啊。咋的呢？这邱泽呀，让戴哥就是那拿那片柳子，妈那个扎扎，照肚子上和大腿上连溜啊，续了三四下，当场就给邱泽给干往后退了。那么你看，大家伙呢，这个时候有堵门的，那说谁呢？行军给这堵门的，那因为啥？外边有人往里冲。那你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咋的了？就听这一声，都他妈别动，别动！我怎么那个？这老龙云峰啊，把这当时的密勒根给掏出来了，哥，妈掏出来个办公室底下，啪掏出来了，都他妈别动！就照那棚，哐就一声，那大家伙正搁这干呢，啪全停手了。那你看，邱泽捂着肚子搁墙角上蹲的，一动没敢动。这龙云峰。左死呢啊，左死呢，别动别动。戴哥给他拿个小片柳子，妈也值了。那这玩意儿咱说，哥你别给替谁吹牛逼啊，你拿片柳子拿密勒根你不害怕啊？来吧来吧，我片柳比密勒根厉害，那不现实的事儿，哥。那你看行军也懵了，小戴没事，大哥来呀，狂啊啊，狂啊啊，狂啊，来呀来呀，啪就给支着了。戴哥这一瞅，大哥，这玩意儿现在给你收呢，有种你就崩了我。妈，来，妈，你来。那你说这龙云峰搁东北过来的，好不容易搁广州有一席之地了，他敢拿这玩意儿说把他打没打没吗？哥，那不吹牛逼呢吗？你多大能耐呀？你多大管道啊，哥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逼养的，你不怕死是不是啊？那你看行军，哎，峰哥，峰哥，你把嘴给我闭上。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你没有说话的资格，听不听见？峰哥，钱不要了，不要了，放你走行不行？放你走，放你走，他妈的，那么简单吗？啊！来，黄泉，哥，给我试试他，来咋回事？来，我看你敢动的，来，我看你敢动的啊！你敢动我就轮你来，你动一下试试。这黄泉一过来，你妈的，你挺牛逼呀、啊！操你妈！操！操！操！啪！这行云一瞅，张大，张大，跟他没关系，是我让他跟我来的啊！有种你就冲我来啊！那他妈冯玄那小子也绑实哦，一个大脚带个体格子不行，现在已经不能反抗了，不能反墙了，一个大脚直接就窝心这块了啊、哦，就照着门口那块，操你妈！啪！来，把他给我拽过来，拽过来！这行军也过来了，峰哥，峰哥，钱不要了啊，认了啊，认了！你妈的，刚才你不牛逼吗？啊，你那狂劲儿呢？啊，狂劲儿呢？来，你给我跪下，跪下！东北好整这逼出哥啊，东北人好整这逼出，跪下，跪一整就跪，跪跪跪跪！戴哥搁这捂着胸口子，翔哥不能跪，兄弟，峰哥，我跪，我跪！你看，这就是东北人和他妈的这个广州人的一个差距，哥，咱不能把人家广州人就给埋汰，说广州人怎么怎么地。
但是他有差距的，血性这方面还是差点意思。妈，峰哥，我跪啊，我跪！刚说要跪，戴哥搁那块儿，军哥，兄弟，你要是跪了，咱哥俩以后啊也不是兄弟了。兄弟，我要不跪，咱哥俩走不出去了。你妈的，你以为你跪下你就好使了啊？你俩他妈都给我跪着的，都给我跪着，不跪着不好使啊！给他也给我拽过来，拽过来。这个一拽过来，俩手架着戴哥，妈那边俩人架着当时的行军啊，欢迎聪聪大哥，叭叭叭全给架着了。不牛逼了啊？不牛逼了，戴哥就这么瞅的。尤总啊，那玩意儿你别打手，我棍子来，你打我啊，来你打我，你个逼样的啊，你这么硬吗？抽你吧，抽你吧，啪。我这辈子我跪天跪地，我跪我父母，我不可能跪任何人。妈，来来来，瞅啥呢？来，你们都瞅啥呢？来，抄家伙来，给我砍他，砍他，砍他！哪一说砍他哥啊？啪嚓，这头啊，一抻手，大片柳全拿过来了。后面穿架子呢，照着后面本，那本身是夏天嘛，哥。还有当时的后背穿的都贼薄啊。抽，抽，抽！哎，啊！哎，这行军一瞅，呆弟啊，呆弟，峰哥，峰哥，给我揍他！抽，抽，抽！哎，啊！啊啊，峰哥，峰哥，那你现在就是人家这个菜板上的一道菜了，就是你动肯定是不好使，因为这个玩意儿搁这放着，而且这老些人，你现在就已经属于是束手就擒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说句良心嗑，这当时的龙云峰他真没敢崩，就是告他那帮兄弟砍磕，这帮兄弟这家给打的妈噼里啪啦的。戴哥脑袋上、肩膀上，最起码得有六处刀伤。那他妈当时这老行军呢，也是他本身就胖，那家给砍的呵斥心酸的。行了，呀妈的！来来，你给我起来，起来，起来！峰哥，峰哥，我欠你钱吗？啊？不欠，峰哥，不欠。不欠，你呢？这钱你早早晚晚的给我。你妈你还不服啊？你还不服？操你妈，操操操，哎，那么打都不服，这给当时的行军瞅的。太弟，太弟，认个错吧，认个错。哥，我今天就死这儿，我都不可能认错啊！你放心，你妈的，瞅啥呢？妈，瞅啥呢？啊！操！操！操！就搁他那个桌上有那大铁的烟灰缸，搁那大铁家伙，哐哐到脑袋肉都给你奔下去了啊！当场带个砍懵了。你怎么死我？我他妈可能找你。就到那个时候，哥还那么凶呢，妈，那给行军都抽傻了啊！峰哥，峰哥，钱没有了啊！多有得罪，峰哥，放一把，放一把！操你！这给人哥俩打完了，行了。妈的，拉出去，拉出去啊！哪来个滚哪去！行军，你给我记住了啊！再敢踏入他妈的流花街，妈，我还揍你！妈，跟你那个逼地方给我待好了，告诉你的这个弟弟啊，他妈的有刚吗？他不吗？啊，有种再来，妈再来，整出去！那家好几个兄弟叮咣的哥，给整出去了，往他们大院里啪嚓这么一撇，
行军呐、啊，体格大，带个让人打懵了，身上也都他妈干不开了，好不容易也算是起来了，给戴哥呢扶上自己的车了，哥俩开着车赶紧呢回到当时，也就是这个他们都属于一个区，都是越秀区的，这是分街道，他搁这个刘华街挨的揍，回到当时自己那哪儿那个站西路妈回这面来了，回到这块来的时候赶紧的上医院，自己也迷糊呢，那身上脑袋上红红的那全干出来了，那抱着戴哥小，他抱着他体格大，喝着气短，这卡跟头我那家杵的啊，到这医院屋里就没劲儿了，这大夫啥的赶紧的护士就给整他们上楼了，这整上楼以后，那你看叮咣叮咣的赶紧包啊，大夫这一瞅，哎我去，这身上这脑袋那个铁钢杆砍的弯下一块肉下去，那都跟都打那样似的，那家伙你看整吧，到那嘎的时间都11点多了，整不完都下半夜2-3点钟了，妈哥俩呢戴哥是没醒过来，妈他妈搁这醒了，疼，那浑身疼啊，那屋里还死鸡巴热的，那你看他们打完人挺得劲儿的，把自己这帮兄弟呢也送医院去了，因为好几个他妈挨扎了，当时那个邱泽不给扎了吗，那也给整医院去了，这头呢这老他妈龙云峰也说了，说啊你给我记住了，你们以后啊给我见着那个行军他们还有他这个弟弟，再敢来咱们刘华路，妈咋操的给我往死打的，听不见，给我往死揍他，妈明白了哥，明白了，这家叮当的戴哥他手就是开始给包吧，来到这第二天以后，那这头戴哥没去上班去，说咋的，这霍丽丽懵逼了，哎这人呢，这人上哪去了，还有当时说这个行军自己的兄弟阿文阿浩他们，哎大哥他聊哪去，跑哪去了，强势扒火起来的行军搁医院拿起了电话，妈给这帮兄弟打到家里了，说俺们搁医院呢赶紧来吧，妈阿文阿浩才来的，这一来一头大哥和戴哥让给整成这样式的，懵了，大哥咋整的，妈的，咋整的，龙云峰干的，哥你找他去了，别提了，咱们的你戴哥呀受伤了，你们看还没醒过来呢，戴哥还没醒过来呢，等到下午2点来钟的时候迷迷糊糊的起来了，那你看这满身是伤的呀，搁床上躺着的行军呢一个劲儿回头瞅，阿文呐瞅瞅你戴哥醒没醒呢，戴哥阿文，哎呀戴哥，军哥呢，军哥咋样，我哥没事搁那儿了，兄弟啊起来了，行了，是不是，来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过来好几个人，那家给他扶起来了，这人娘娘枪枪走到跟前了，兄弟大哥你没事就好啊，兄弟委屈你了，大哥不委屈，妈咱们呢既然说走这条路了，咱就不能让人瞧不起，咱都去了，咱要堆碎了，那不勤等挨揍呢吗，就如果有下一次他动咱们，他得寻思寻思，咱不是怂包软蛋，军哥家带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我是帮你争名呢，哥你搁占西路这一块头子，你让人他妈刘华路给你欺负这样式的，哥以后你怎么立足啊，兄弟我知道，那你看接下来，没事儿，哥，这事儿要是这么完了，咱哥俩啊也都收拾收拾，找个地方消鼻厅养老得了。浩哥，缓两天啊，缓两天，我有办法。就这么的，戴哥呀，这一晃啊，就搁这嘎头，待了多长时间的医院？待了将近一个月，身上都定嘎巴了，哥。那但是线还没拆呢，哥，线还没拆呢，包括当时的行军他俩，霍丽丽也知道了，戴哥打电话呢，说我们住院了，你跟那个我霍叔霍婶说一声，说咋整的呀，你先来再说吧，这霍丽丽这一来，哎呀妈呀，这咋整的戴呀，姐呀没事儿，妈哎呦我这谁干的呀，你不用管了，姐妈你不用管了，这事儿呢跟你们没有关系，妈别连累你们，不是那什么连累不连累的，那自己家的事儿啊，你咋的了，姐啊回家别跟我说，我婶说就是我请假了，说我回四九城呢，妈说家里有事儿，别让他们惦记啊，哎我知道，想吃点啥不，他们都买了，
我给你买去啊，我给你买去。那当时丽丽又出去给买个东西，叮咣吃喝的。妈，那你看当时像什么阿文阿浩了，包括当时这个邢军也瞅，哎呀妈呀，这谁呀、啊、佳代呀、啊、这是谁呀、啊、我姐。这你姐，你啥姐呀、啊、哎呀，就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一个姐，这长得可挺好啊。那个我瞅你俩好像那男女朋友关系呢。大哥你扯哪去了？不是，我瞅他对你那份心那可不是那光姐的事儿啊。哎呀，行了大哥，妈妈正事儿不少呢，你扯那干啥呀？啊，哎你好啊，哎哎你好你好，我姓邢，叫邢军啊。那个你多大今年呢？那我比佳太呀大五岁。那你没我大，我得叫你老妹儿啊。啊，那你好小哥啊，你是哪的呀？说我就是燃站西路的。哦，你是，哎，以前有点小误会啊，对对对，有点小误会。妈，我是邢军，啊，你是军哥呀？对，你，我是华昌他姑娘。啊，你是华昌大哥姑娘啊？啊，对，是我，我以前听过你哥，但是没见过你。哎呀妈呀，你这不大水通龙王庙了吗？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吗？妈，那啥，老妹儿啊，以前的事儿多有得罪，哥呀。咱不提那事儿了，妈都过去事儿了。姐啊，你这回去该忙活就忙活吧，家里头不少事儿呢。佳代呀，咱可不能再惹事儿了啊，你放心吧姐，不惹事儿。妈，行行行啊，那我知道，明天我再来。妈，那你走吧。佳代呀，姐想跟你待一晚上不行吗？回去吧姐，妈俺这不少人呢。那你看霍丽丽不舍得走了，妈这头呢戴哥也起来了，这毕竟这事儿都一个多月了。大哥，大哥，啊，我还得去一趟，上哪去啊？啊，哥陪你去。流花路，龙云峰那儿。怎么的？我要上龙云峰那去一趟。兄弟啊，兄弟，不是大哥孬了，也不是大哥怂了，你说那话大哥都记住了。咱干啥去啊，兄弟啊？啊，咱干啥去呀、啊？你说咱去不还得挨揍吗？大哥。这回不对了，你手里有弥勒根吗？弥勒根，我有那玩意儿，我哪有那玩意儿啊？你搁站西路混社会，你没有那玩意儿啊？我都是靠人多虎哈赫吓唬人儿，我从来我不敢整那玩意儿啊。哥，你知道哪个地方卖这玩意儿不？你要干啥呀，大哥？我做事儿有理有表，他把咱哥俩打成这样式的，咱哥俩怎么的不报仇了？兄弟，你要拿弥勒根去找龙云峰去？那你以为呢？兄弟，那可不行啊，可使不得。兄弟，你啥人我知道啊，你别一冲动干没喽。大哥，我有分寸。妈，不行，这么的吧，报东厂吧，东厂我有关系。哥，那不是江湖所为。兄弟，你这么执着，大哥，我是一是为了你，二我也是为了我自己。他给我打成这样式的，我不找他，我留着他呀。那我知道哪有，哪有，广西帮，他们呢，搁这荔湾区，妈搁那边有。你这么大哥，你不用多整，妈，你派个兄弟，整两把就行，咱哥俩一家一把。兄弟，你说我咋就嘚瑟是咋回事呢？我一寻思那个那天的场面，我总嘚瑟。你说我他妈也不知道咋整的。我现在我他妈一寻思，我做梦都害怕。大哥，你怕啥呀？啊，那不就是挨揍？他敢整死你啊？不是我这妈，你这么大体格子，你白长了，大哥啊！你这样是让你兄弟瞧不起你了啊？不是他妈的，我不是瞧得起的事儿，你妈。操你妈！我咋这么怂？我咋这么……大哥，怂不怂咱不怕。奥哥，你敢不敢去就完了。我啥呀？我去，大哥，这不就得了吗？不是我去干啥去？大哥，玩呢？啊？你咋想的？
我不是我去，主要我负责干哈？我干啥你干啥？崩呗，必须得崩他。不崩他，他咋知道咱咋回事啊？咱不给他整服了，咱咋办呢？以后我哥啊，兄弟，把握不？眯了阵再收。你有啥不把握的，哥呀？人家也有啊，兄弟啊，他也有啊。哥呀，那天如果给我一把，我就敢崩，他就不敢崩。我有杀人的心，他就没有。你这一说，我他妈更害怕了，真的，我这是好日子过没满两天的，兄弟，真的，我他妈，我这你说我咋整？不行，我那钱我都不要了，兄弟，真的，你图点啥不，大哥？你咋想的？我图一点啥？我图一也就是咱们挨揍了，咱得报复回来。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兄弟。我说那意思不行，大哥给你整点啥的，是不是？你开点心，咱这仇别报了，行不行？大哥，当我没说啊，我自己去。那啥，阿文呢？阿文，军哥，哥呀，给你送点米儿啊。你去找那哪儿去广西帮去，妈买两把那镰子，妈买两把镰子，听没？明白哥，现在去，快去，哥那玩意儿多少钱一把，咱也不到啊，我给你拿20000块钱，你就管他多少钱，你快整吧，妈。阿文呐，戴哥，米儿啊，米儿去了，那个蛋蛋啊，多整点啊，明白哥，明白啊，明白。这一瞅这是干大事人呢，妈，去找到当时的广西帮。买了2把回来。这一回来，因为广州那时候的帮多，什么鸡巴湖南帮、广西帮、东北帮、新疆帮，这帮那帮都他妈帮嘛，拿回来了，可这院子就给亮出来了。那你看当时行军老哥那时候胆可小了，没有戴哥，我跟你说他胆大不了，那后来邪乎是邪乎的，那是后来的事儿，你知道他就是想咋的呢？仗这帮人胡哈赫欺负点人，欺负点外地人、当地人，他是这样式儿，就当地那个占新街那块儿的。那你看遇到点硬茬他就懵逼，那逼玩意一亮开啊，你看一瞅，哎呀，大哥转住了啊，你怕啥呀？我怕啥？我啥我也不怕，我上网就崩他，我上网就崩，这玩意咋干的啊？蹭你蹭你，大哥你到撸上啊，撸哈，是撸哥是那还兄弟啊，撸上妈，别勾啊，那勾就响，不勾这玩意一撸就行，是不是？干！我给你干！我干干干干！吓完了，哥，妈给吓完了。那这个谁没第一次没打过这玩意儿？说哥，谁也都害怕。你别说人家啥，你们第一次没打过，拿完这玩意儿来，我上去我就崩，那不吹牛逼呢吗？哥，对不对？那这头，再给手，今天晚上要动手。操你！你怂逼！大哥，你干啥呀？干！妈呀！就搁战西的，我这把我就干！你兄弟你就说吧，你说咋干就咋干，行不行？干！就嘴上喊的老大声了啊、哦，那脚都迈不开步。大哥，咱俩这就下去，妈，直接就抄他那场子去，干！啊，走啊！干！那你都动地方了啊？你妈的腿也不好使了，走，走吧，兄弟，走吧，放手吧。戴哥搁前面走，他搁后面，那腿也不是打吊，也不是咋回事，哥啊，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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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兄弟，这车咋开来的？大哥，你给我逗玩呢？车不会开了？不是，谁开车？我开也行，那你开吧，兄弟。这脚多多少少他妈不好使了啊！你开，他不是跟大威差不多，哥，因为他跟人当时龙云峰是有段位的，差段位，他整不过人家。完，再一个咋了？他们这伙人吧，全都是广州当地的这些老人，都是这帮玩意儿，一个胆他妈贼小，没干过什么大仗，就熊个老百姓啥挺厉害。你正儿八经玩，他根本整不了。妈，大哥这一上车，开小车就来了。那你看，兄弟。慢点开，咋的？我琢磨琢磨，去我怎么干的？妈，我咋干你就咋干啊，哥。
你别怕，怕就得吃亏，不怕，不怕，哥呀，你手里有多少人呢？我手里，啊，有多少人？二十来个人，都是那个当地人。行，一会儿啊，咱干完了，回来以后还有个事儿，怎么的？我先不跟你说了，妈，你把这二十来个人给我码齐喽。明白啊，明白。那家伙，他戴哥成大哥，他成小弟了。哥俩开车栽栽愣愣就来了。妈，这一到这，当时人家这个就是说这个配货站嘛，妈就搁这等着，等着天黑，妈等着人逐渐逐渐的少。但是他们办公室的人呢，始终哥，你没发现吗？他不见少，因为啥呢？这帮玩意儿都搁那屋吃喝玩乐的，搁那扯王八犊子。妈，你教他呗，戴哥也不会使，不也也得教吗？戴哥第一把干的就是双筒嘛，那逼玩意儿都差不多的，五连嘛，个旁边俩上嘛，哒哒哒哒这么整嘛，对不对？那个像那个双筒那玩意儿不得撅开嘛，叭叭那么整嘛，那这玩意儿就是大同小异，那个逼玩意儿撸的当一下，撸当一下的，这就来了，叮咣的往这一磕，车就停这儿了。兄弟，这玩意儿整不准。容易把人打没。大哥，这么长时间一路你还没想明白？想明白了，兄弟你就记住，大哥认识你妈不后悔啊，是出事那天大哥跟你一起扛。兄弟有水没？这车里有没有水我也不知道啊，那就没有。兄弟一会儿你干。哎呀哎呀哎呀，咋的了这是？啊，妈烫过去了，那啥兄弟，一会儿咱俩是怎么的？你一前一后呗，你跟我后面待着就行。行兄弟，这个现在是不是就挂上了？是不是就算是挂上了？挂上了，勾就行。大哥，你这玩意儿别冲我呗。行，你也别冲你自己，我往这儿放，我冲这儿行吧？时间来到九点半左右，哥啊，这头啊工人逐渐少了。妈，因为你这玩意儿他妈是灭了根，想弄大，屋里能有多少人？七八个人，除了邱泽不在以外，啊，邱泽他那伤挺重的，搁家养伤呢，就是好了也差不多，但是咋的没来？冯全了，当时韩广了，妈，还有这个龙云峰了，还有其他的几个兄都搁这儿呢。哎，叮了刚啷叮了刚啷的，走哥，走，走啊，走，走出来，走，走，戴哥都下来了。往大院里进呢，走啊，走！走，走，兄弟，走！大哥，你就跟我后面，妈，你跟着我后面就行，你别一会儿给我扫弄上了。不能，兄弟，不能，不能！你把你那口往那边点，对，我明白，妈。这往这一来，屋里正干啥呢？喝酒呢，妈正搁那喝呢，大哥。兄弟们，就你一杯，没大哥呀，咱搁东北现在还面朝黄土背朝天呢。哥呀，这辈俺这帮兄弟啊，就跟定你了。妈，那你看这头，来，兄弟们啊，有大哥的，就有你们的，来吧，妈掌，啪这一碰，咣了咣了咣啷的，就走进去了。那你看哥，带哥到门口了，因为外边黑，他往里面一瞅。能瞅着这帮人，这门一拽还真没关，他这外边往外拉的门他也没别，扒着一拽，尿不条进来了。走，走，到第二层门，也就是他们办公室吃饭这屋的门了啊。戴哥轻轻一拽也没关，因为他们出来有尿尿撒尿啥的，他总光扣门干什么玩意儿？这老些人屋里头，这门扒着一拽开，哥，那你看戴哥都已经进屋了，背对着他的这伙人呢没看着。妈没看着，但是说咋的呢？面向门口的正喝酒这几个小子，刚把酒倒上，那你看这个动作就下意识的往后稍。这几个他背对门的几个小子瞅，哎，咋的了？啊，咋的了？哎呦，那你看这老他妈喊那喊广小广一起来，哎，干啥呢？操你！别走，这啥活？不是哥，这他妈这。
这他妈这米勒根太猛了，把他妈电话干倒了都啊！那戴哥这个时候就说时迟那时快了，哥，就是不可能说咋的呢？不可能就是再磨叽了，磨叽啥意思了？就得叮当就得开崩了啊！这小伙拿个当时啥饭碗起来，哎，啥意思？扯你一把，砰就一下子，啪！这小广往后这么一扫，哥，那你看这个时候说咋的？他大哥，也就是当时的龙云峰啊，也起身了。哎，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正拿手比划哥们儿呢。戴哥这玩意儿都已经绕回来了，那这个时候这嘚瑟的啊，谁呀？行军，比划呢啊。别打，打他，别打，别打，就打他去！你他妈不熊我吗，龙云峰啊？你不熊我吗？行军，行军，兄弟，兄弟，有事好说啊，有事好说。大哥，打他！来呀，熊我，熊我，来呀！还有一个小子，他也是他的大兄弟，这小子叫冯全。妈，冯全也起来了。哥，你站我后面来。游泳打我，别打我哥！游泳打我，别打我哥！那你看哥，就这个时候，戴哥把这玩意一调过来，操你妈！操你们，操你们！就这一下子哥啪嚓就直接呀，就给谁呢？行军一个，好吧，行军一个，龙云峰一个，冯全一个，小广一个，就地给搂倒了。而且龙云峰打倒他的人是谁呢？哥，是当时的行军。就这玩意儿没勾动之前，哥，就这个，嘡就一下子，就这玩意儿一响了，把人一打倒以后，来哪儿了？来呀，来，来，谁来敢来？来，戴哥直接把这米勒根就调到门口这个位置了，看看还谁敢进来。来呀，龙云峰，你不欺负我吗？来，来呀，啊，上回我没整过你，来，来，来呀，逼逼来，逼逼。大军，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打我的时候，你跟我说了吗？啊，你打我的时候，你跟我说了吗？啊，我要牛逼，我要牛逼！哼你妈，擦一下子，哥，这一撸子，照当时哪嘎哥就拿拨了盖那啪一顶，你不牛逼吗？啊，你们牛逼！说你服了，我服了，我服了！操你妈！这一下子哥呀就把那拨了盖打稀碎，往打稀碎两下，勾完以后啊状态啊平稳了。人是有潜力的，哥，你以前可能你认为这件事我根本干不了，但是你可能经过某一件事，这件事你就能干了，对吧？让你欺负我，名儿呢？我的名儿呢？大军，大军，我服了，大军，我服了。戴哥一过来，啪嚓的一顶，名儿呢？拿过来。今天呢，俺哥俩要搁广州立威，就得拿你立威。名儿呢？搁那个。我那个办公桌下面的，随便拿，随便拿。大哥，明儿呢？大哥，明儿呢？大哥，我啊，兄弟，搁那底下呢。妈，去瞅去。我过去，这一过来，有，拿出来，欠债多少拿多少，明白？这一拿出来，装好了，兄弟，拿完了。龙云峰，有能耐啊，上这个站西路找俺哥俩去。妈，但是你记住，我刚刚说了，我得拿你立威，听不听见？兄弟，兄弟！操你妈！
这个位置，老哥们搂了一下子，俩腿直接就给掐了，往直接给掐了。因为戴哥他是有私心的，咋说是什么是私心呢？哥，急于立威，就是说我来我就一个人来，你说我他妈的我不给自己整出点名来，我咋整啊，哥呀？那我不能跟这些小孩干仗吗？说我打一百个小孩，说我出名了，我打就得挑这些棍棒揍，要不然我啥钱我能出名啊，哥呀？当时双腿就给废了，走。走，来呀！大哥，走，来呀！大哥，走，走，走。戴哥往前一走，那你看，这头行军搁后面跟着，哥俩这一上车，呲啦就一下子走了，妈。戴哥往回走的时候，大哥，大哥，来呀！大哥，你干啥呢？兄弟，对不住啊，吓着你了吧？你喊啥呀？妈的，我喊不喊啊？兄弟，行，大哥，这个啊，我都没成想啊，我能整出这一出啊啊，兄弟。我现在我啥也我也不怕了，妈，我啥也不怕了。大哥，我怕这头啊他找你麻烦，我不怕了，我有这玩意儿了，来吧，妈，他来你看他，你看他我咋收拾他就完了，妈，你看我怎么捏过他，我他妈跟他拼了，我有这玩意儿我怕啥呀？那你看戴哥想这玩意儿不是不对，因为你看你刚到广州，你不知道人家到底是啥情况，说怎么个路数，你给人打这么惨，人家背后有没有大哥呀，或者有没有什么兄弟就为人家去报仇啊，哥。戴哥想这个事儿呢想也挺明白，但是戴哥多虑了。哎，怎么说呢，哥，说智者千虑吧，说多考虑点总之还是好的，对吧？那哥兄弟呢搁家里头多备点，妈，这个家伙事儿都扔你那嘎子，行不行？你放心，啥事儿都不带有的，妈，你就放心就完了。那这头哥人家包他妈东厂了，给他大哥送去以后呢，就给龙云峰呢，那也是个手子，搁东北来跟人家拼那个渣渣，那是年轻的时候干的事儿，就是对桶，给人干了七下子，外号龙七刀吗？那你看，这把更狠了，让人给掐喽，这一掐完，这帮兄弟人心涣散呐，搁这医院都懵了，咋整啊？第二天晚间，这他妈龙云峰想来想去啊，不行啊，包东厂吧。啊，包东厂整不过，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小范围这么一个东北帮，不是说正儿八经的说大东北帮。他说多少人，像当时那谁那个万发物流的，那个不正，不是周广龙哥，周广龙那是广州战前那是牛逼狠手子，那他那几个兄弟那谁他们树青，那这帮玩意儿那贼生性，那纯纯东北帮，那是东北帮，他们只是一个小范围的这个东北帮，而且就这么些人干了这么一个修配站。那敢出手敢干挺猛似的，得点小名而已。那你说他要跟周广龙他们一比，哥，那都差个天地。那周广龙像虎逼似的，那多他妈虎啊，哥呀，对不对？后期周广龙出现那都多狠了。那这头你看想来想去不行，报东厂。他们报的东厂是报在哪儿呢？当时这个刘华路的，那这个派他跟派认识，就刘华路派说他妈我让人给打了，妈，让人给打了。派一问谁打的呀，说他妈那个战西路的，妈，这老他妈大军旗牌，妈，那个老板这个大军，还有一个他那个这个兄弟啊，姓任，就任家中叫贾代，妈，好像是北京人，这就给我炫成这个逼样，就这么的。那你看当天晚上没事，等到来到第三天早上的时候，人家这头像那个刘华路派出所的这些小派啥的人就来了。那你毕竟这玩意儿是啥事儿呢？是这个事儿啊，妈，派这个事儿，那你看，叮了刚啷，叮了刚啷的，这一到当时大军这儿，大军搁这嘎嘎扇扇的呢，还跟他讲呢，跟他几个兄弟啊，大哥咋说的？真他妈猛，哈他妈，真刺激啊，真他妈刺激，这辈子哈他妈值了啊！谁是行军？对，你看你这配合真他妈硬，你是行军呐，你不是小爱吗？你这玩意儿嘛，气不气人？你说的。谁是行军？对，
哥，你说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咋整啊？他咋这样整啊？这个玩意儿，我不能说了，哥。我们星球的游戏都不太……你就滚犊子！完了，你看哥，当时星君这一站起来，我是来跟我们走一趟。你们哪儿的？我们是六花路派派的。妈，前天晚上你们拿着蜜拉根，在咱们六花路啊这个配货站，把龙云峰等人呢给打了。现在这当事人呢，被害人还在这个医院呢。妈，对于此事，我们呢要进行予以处理。妈，把你的同伙夹带交出来。我没有同伙。你没同伙？对，你和谁去的？我个个去的。什么玩意儿？我自己去的。你自己去的？被害人多次指向说你们是两个人去的，而且拿着两把蜜拉根，对吧？我不知道啥是蜜拉根，但是我只能我揍他了，咋的吧？哎呀，来来来，我看你跳杆了，带走来，带走，带走，带走！哎，哥哥，没事，走，走走就走。这一带走以后，那你看哥，整个我拍拍的，妈，往里头一塞吧，说吧，咋回事啊？妈，揍他，欺负我。欠我钱不给，我就揍他。拿蜜拉根打的，对，拿那玩意儿打的。妈，我崩的。那个人是谁？不知道。你这么横吗？不知道。咋的？你有关系啊？不知道。那你知道啥？不知道。就从这件事完事以后吧，说咋的？行军好像有点精神病，啊，不正常。为啥？不知道。不知道就这样了，大哥拍拍喊的老邪乎了。我他妈整你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嫌龟龙给他鞋给我挎上呢？鞋挎哥啪嚓酸暖心往这样似的啊，就这么的，这个脚还得这样，这个型啊，这就这样的就掉上了。我告诉你啊，你敢动我啊，你吃我兜走，你信不信？当时这个派派审讯人员说，怎么的吃我兜走？你有啥人啊？啊，你啥意思？我告诉你，我可不骗你，妈，俺家我叔啊，能整了你们，你信不信？你叔谁呀？谁？邢文义。邢文义咋的？老大，邢文义，别他妈听他胡说八道，你是不是给他编呢？你动我一下，你试试，妈，你试试。邢文义是你什么人？我亲三叔。能吗，老大？你那个什么，你现在放下来，来，现在放下来，放下来。那戴哥这头没啥事了，来找他来了。一进屋一看，阿文、阿浩搁这呢。哎，你哥呢？戴哥，正心说找你去呢，咋的了？我大哥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了，搁哪呀？说给抓到六花路派去了。我操，那事儿大了。那是啊，我还正寻思咋整呢。戴哥这一瞅，行了，我知道了。你们谁会开车拉我一趟？哥，我会，拉我上六花路派出所去趟。走，哥，去干啥去？你别管了，走吧。妈，开车的一来。往屋里这么一进，哎，办啥业务啊？投案。什么玩意儿？投案？多少案呢？这个刘华路配货站龙云峰，我打的。你叫啥名啊？贾代。来人，赶紧给我铐起来，铐起来！那这头他妈阿文说，哎。不是，哎，我司机啊，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关系，都铐起来，趴着一铐，跟他没关系。妈，是我逼他拉我来的。邢军是你什么人？我哥，跟他没关系，人是我打的。所长，所长啊，来个投案的啊，叫加代。干啥呢？
搁楼下呢。带谁人事？妈，我看怎么回事？要所长亲自下来的。夏明，贾代，你姓贾呀？外号，大名，任家忠。怎么回事？自己说。大前天晚上，我拿着米勒根，把这个刘华路配货站的这个龙云峰给打了，双腿是我废的。那个邢军什么人？朋友。他没打吗？没打。那为什么当时有人指向说是你们两个人打的？他看错了，是我打的，也是我让他来的，我逼他来的。那你看这头的锁锁一瞅，那个邢军那头省力怎么样了？老一呀，正要给你汇报呢，他有人。他有人？不是，他有人。吓他妈我一跳，还有人？怎么事儿？邢文义，越秀区邢副局长。咋的？说是亲三叔。你打他了？我刚要动手。你没给供起来吗？不是，那个你没给那个给坐下呀？坐着呢，现在搁这坐喝水呢。行，我知道了，好了，哎，好。那个，你跟那个邢军什么关系？朋友。你先搁这屋待一会儿啊，我先看看咋回事啊。这门啪着一推开，所长。这个你姓，我姓邢，怎么称呼？邢军。那我们越秀区这个邢副局长主管治安的是你什么人？我亲三叔。哦，那什么，谁怎么事？你们姐怎么事？我不知道啊。这所长不你要抓他吗？发脾气什么家事儿？过来。这咋整？你说这他妈这不大水冲龙王庙了吗？你说你隔着人不认隔着人了。那什么，出去。这几个小片片都出来了啊。那个那啥，这个受委屈了哈。那个我问一下子，那个叫加代是你啥人？不知道。哎，别喊啥呀，他来了。怎么的？来了。干啥呢？搁那屋呢，说来投案来了。我告诉你啊，跟他可没关系啊。你这么的，你不信吗？你把你那座机给我撑过来，来我打个电话。妈，我打个电话。打电话不能整出别的事儿来吧？不行，把你这事儿移交给他们吧。我就是算是代劳，行不行？我算代劳行吗？你先把电话给我拿过来。你没打他吧？我没打他，来了把事儿都揽到自己身上，说跟你没关系。这不，我听电话里说，邢局长跟你是亲戚，我没多说呀。你说这个玩意儿，你说是不是？你看，你把电话给我撑过来。行，我给你撑过来。有的人说太夸张了吧，哥，你一个 B 套所长，你见着人局长，你不像个狗懒子一样吗？哥，那夸张啥呀？哥，夸张吗？就像你见着你领导不像见爹一样吗？哥，夸张吗？对不对？你指的人家呢？那官大一级压死人，自古就有这句话，哥，为什么会流传至今？那你还不明白吗，哥？对不对？就管你，就你见着人家说他妈天是他妈的天上飞他妈大炮，你说哎，那大炮飞真他妈好，飞那老高，你不得这么说吗？你咋说呀，哥？你得说啊，飞不炮飞你爸，那这么飞对吗，哥？那么飞，那不飞不对吧？就这么的，那你看这头电话给撑过来了。撑过来了。喂，三叔，邢军呐，是我，咋的了？我这个有点小事儿，我不跟你说了吗？有事儿你就别给我打电话啊！我给你评估好事儿了，有事儿别给我打电话。叔，再管我一回吧啊！啥事儿啊？我一个朋友和我呀，干仗了。干仗不归派出所管吗？怎么的？这把仗干得有点大。咋的？砍人了？啊，这个就差不多吧。
怎么砍的？怎么砍的？不是，叔啊，拿弥勒根崩的。拿什么玩意儿？拿弥勒根崩的，崩的。啊，给旁边那个局长秘书。哎呀，哎呀，刑局，崩的。人怎么样？人倒没啥事儿，俺们现在抓起来了，干啥呢？搁刘华路派出所呢。事儿没往上捅吧？我不知道啊，你捅没捅？我捅谁了？不是，你捅没捅的事儿捅大不大？啊，没有，就现在就搁这儿控制住了，正好给你送走呢。没捅。让那个所长接电话。妈，接电话。我给你拿梳子啊。不是，不用不用不用。喂，刑局啊，这个老张吗？哎，是我是我，刑局。这个事情扬面重啊，事情据我推测以及揣摩，不是那么太严重。揣摩？不是，就是寻思呗，就是案发当现场我们没看着，但是上医院我们核实情况了，的确有几个人中了弥勒根，有一个叫龙云峰的，双腿呀尽断。那这还不严重？啊？那到底严重还是不严重？局长，请您做指示。这件事对我来说，我有点稀里糊涂，不太明白，也不敢太下定论。所以说，局长还请您，你是干啥的呀？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发生了这件事儿。你没有责任吗？我告诉你，你难辞其咎，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人带着弥勒根双方互殴呢？对方什么人啊？对方是好，对方干啥呢？不是，那个，对方是啥人呢？对方吧，不是什么好人。那这个叫龙云峰这个人呢，就是这么多次了，他家呀是东北的。到咱们那边啊，总他妈的这事儿那事儿的。妈，以前呐也跟人家拿片柳子对着捅过。妈，我也处理过他，屡教不改这个玩意儿。其实我要是想，行军就咱这个词儿，我感觉干这事儿也算是为民除害。你这是在纵容，你在包庇。妈，他们有什么权利做这种事情？那副局啊，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怎么办？跟人家的家属达成共识，人家是想私了还是怎么办？如果想私了，以我的意思啊，咱们可以考虑私了。如果不想私了，我们有关部门一定要严肃处理。这种案件是非常严重的，不要考虑他是不是我侄儿。还有什么人吗？那个还有一个，那个叫夹带的。啊，是他什么人呢？他朋友。把电话给他。三叔，你们几个人？俩人。你这么的，你呀能出来，把他扔进去得了。妈，丢一个人呢，背黑锅。三叔，不行，三叔，我就求你这一回了，以后我指定我不求你了。我这哥们肯定不能给扔里啊，就算可把我扔里，不能把他扔里头啊。对我他妈是仁至义尽了，这事是因为我。三叔，我管不了那么多啊，必须你两个人啊，得进去一个。三叔，我求你了，三叔啊，我真求你了，三叔，你把我整进去吧啊，你把我整进去吧。我告诉你多少次了，行军，你胆下越来越大了啊！你知道你那局子是怎么干的？没有我，你能干这么长时间？我知道，三叔，我错了，我以后我不给你添麻烦了，行，你就管我这一回吧。我告诉你，我不看着说你爸他妈没了，我累你吗？啊！三叔，我知道错了，三叔，我知道错了，你去帮帮忙，帮帮忙，给他燕青电话。哎，局长。这个事儿啊，你还是要去调和一下，找当事人呢，这个龙云峰啊聊一聊，是不是？至于这个话术怎么去说，妈，我想啊，你自己能整明白，是不是？往好了唠，还是说，什么叫好了唠？怎么说？实事求是嘛，啊？但是，有一些事儿啊，他们也是算是社会人员，对咱们这个刘华路啊，这些老百姓啥的也起到了一些危害，小雨厉害吗？这个，对吧？对，明白。啊，到时候我等你的结论。妈，
这两个人啊，暂时就先给他放了吧，是不是？明白，夫君。啊，行，到时候定论呢，怎么说告诉我一声啊。这头啊，花俩钱也没问题啊。啊，这头咱那头认花钱，你给人打成那样式，怎么能不花钱呢？妈，告诉行军一声，就是我说的，要多少钱给人多少钱，妈，但是别太夸张。明白，懂。局长啊，那我挂了啊，挂了吧。那个局长不是，局长那谁，我得问你叫大哥叫，你问我叫啥大哥呀？你都多大了？不是，称呼而已。你管我老弟就行。哎，老弟啊，那我给你俩钱放喽。我三叔说的啊，完这头我得去谈一谈，你看能不能给谈下来，别让他往上上告。那我不管，那是你的事儿。那这么的呗，请吧。这一出来，来给他放，这个也放了，那个也放了。戴哥一出来，军哥，兄弟，你咋来了呢？我不放心你呗。这啥意思呀？你不用管了，我不跟你说过吗？咱东厂有人儿。谁呀？你别管了，咱先走，我先走。哥俩当时回战西路了，回到自己局子上了。那你看这张锁啊，我跟你说，锁哥比他妈局还要黑暗吗？来了，领一帮啊衙内，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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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这他妈一嘎啦嘎啦到当时六华路这个医院吗？屋里躺好几个。什么当时这老他妈的这个冯全了、韩广了、邱泽好了，邱泽搁这照顾呢啊，还有谁呢？还有当时这个他们的老爸，也就是龙云峰妈。谁？去开门看谁。当时邱泽门八幺，哎呀，嘿，张所啊，这个伤势如何呀？挺严重，我哥双腿呀都接不上了，下半辈子坐轮椅了，还请啊张所你啊为我们这个正大光明。来做笔录啊，做好了啊。这个哎大哥过来了，跟我说话的时候啊这么多人呢，是不是有很多事儿啊？称呼啊，什么大哥啊？哎张所，这个当时案发现场是什么情况啊？我们正在吃饭，突然间加代和这个行军俩人就进来了。这一进来呀，拿着个弥勒根就把我这大兄弟妈这冯全了还有这小广就给崩了倒了。我刚说要起身，就被当时的行军咣咣的就给我撂倒了。当时我就懵了，啥都不知道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是他妈行军打的你呢？那他打我的时候我知道啊。什么语气吗？啊，不是大哥，什么什么啊？不是，那是张所，你实事求是的说吗？为什么这么大声呢？不是，行，完了他给我打了。你确定是行军打的？那你看他俩都搁这儿呢，你俩也能确定吗？这韩圈说，对呀、啊、我第一个挨揍的。完了小广，这俺们几个都是一起下来的一系列，叮了咣啷全给俺们崩了。你们确定这行军和家带崩的？确定？这么的吧，来吧，都带走吧，搁这屋啊，我看你说不明白。来来来，带走。不是，大哥，我这疼，我动弹不了，我双腿动弹不了。来，担架抬走，来抬走。不是，那咋的？哎，大哥，我疼，大哥他疼。那你这么的，你俩能动弹吧？腿没事儿，俺俩腿没事儿。你俩腿没事，你这么的，你俩先上那屋去，来，这屋先不要留人啊，先不要留人，来，我单独啊，我跟他谈一谈。妈，你们都出去吧。笔录来留着啊。大哥，可以叫大哥妈，但是我实情跟你说，这件事啊，挺严重的。大哥，是不是挺严重的？双腿都干断了。我说的不是你的腿的事儿，我说的是他妈行军家有人儿，家有人儿。谁家没人啊？放屁呢，放屁呢。不是大哥，那你啥意思呀、啊、我说他上面有人。啥人呢？啊，他有个三叔，是咱们他妈的越秀整个区的副局啊，主抓他妈的行人呢、啊、大哥，那你啥意思？我啥意思？不行啊，要俩钱得了。你这么整下去，对你呀、啊、全是害处，没有好处。大哥，
我这辈子就废了，就拉倒了。89年，你呀、来到这面，跟人家呀搁这战前火拼，妈拿着片柳子跟人家对砸，然后你们开始抢包，种种行为在我心里脑袋里都已经烙下深深的烙印了。啊，大哥，这是啥意思啊？啊？啥意思你不懂吗？你如果说强行的要往上面支吧支吧，我告诉你呀、云峰啊，不是大哥可虎哈喝你，你都容易没，我还能没？有些事儿你想简单了，那是多大领导啊？整你们这帮地痞流氓的，还不板板正正的？你还往上告？我这关你都过不去，你他妈往上告，都得给我告没了，你信不信？张哥，那你看，我看啥呀？拿个20-30万得了啊，见好就收，是不是？那个小李啊，哎，看看那屋那个笔录怎么样了？他俩笔录咋样了？他俩笔录这儿呢？这笔录不能这么写呀、咋的呢？张所不要这么写呀、是吗？那我拿回去问一声啊，你继续审。所长，进。这笔录你看他写对吗？啊？啊，是这个结果，你自己想想，我上那屋去一趟啊。姓名，长哥，我韩广。姓名，韩广。老家，沈阳的。多大了？今年26。怎么打的？那天呢，俺们正搁屋吃饭。我说怎么打的？那天呢，俺们。我说怎么打的？那咋打的呀？咋打的呀？张所，我懵了。拿什么打的你们？眯了个，哪个眼睛看见的？我俩眼睛一起看着的呀。清清楚楚看见人打你了，看见了啊！我正搁那，我问你怎么打的，他就拿眯了个喊，你给我喊，我没喊张总，我真的我一点我都没喊，我都说实科啊，他拿眯了个你就进来了，就看清了是不是？看清了，那谁呀、小李啊，哎，头俩，那个韩广他们去年搁这个那哪儿刘华路啊。跟两个这个社会人打仗，给人家砸坏了那把，是不是？正常应该判3年吧？对，张所，那时候找你了吗？找谁了？不认识你吗？我看呢，不行，把这事儿给他找回来吧。啊，往上面申报一下，咱们给他往扔里头得了，待3年吧，妈。不是，张所啊，这咋回事啊？那你不知道吗？我听说这事儿可不是这么听说的呀。说你们两伙人之间是互殴，互有损伤，怎么这成进屋去了呢？你看，我看确实进屋。你哎，那谁，冯全啊？你看是进屋了吗？那个，我们是互殴。冯全啊，你懵了？我看你懵了，啊？人家冯全说多好，是不是互殴？互殴，互殴，互殴。嗯呐，对打的，拿什么打的？拿那个紫炮枪。什么玩意儿、啊？那个紫炮，那个玩具的吗？对，玩具的。这小广一听，紫炮枪，张局啊，他好像吓傻了。那紫炮枪能把我哥双腿崩断了？你哥那腿呀，带有研究啊，那是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儿，有可能是自己摔的。对，张所说的对，是那个我哥自己摔的。我说对吧，冯全？对劲儿，对劲儿，啊啥呀？怎么回事？小李啊，他的事儿调清楚，清楚了，清楚了。局长，妈，所长，清楚了。那头一会儿啊，咱给他带走，完给做个笔录，完直接给他整走得了。
我不是，我是被害人，我挨揍了，张所，我咋还能整，给我整进去了呢？你听不懂话，那你能听懂话吗？我啥听不啥？我都啥我都知道，我都知道的明明白白的。你说是不是？我都知道咋回事。那怎么就不他有点懵？你有点懵。咱这哥们儿，我跟你说句实话，你有点懵。你多多少少，你那时候脑子有点不好使。你那天你不喝多了吗？反应。那天，啊，上所那天喝多了。忘了，那天可那俺们喝多酒上道上跟人干起来了。哎呀，不怎么你追我往的，你给我一下，我给你一下，就这么就打起来了。完到最后，你这整的，我大哥可能搁哪摔的，也不是咋的。你看看，小李啊，那个事儿先他往后推一推啊。啊，那我就先不做了呗。啊，就不用做了，妈，这回会说了吧？会说了。那你看你要这么说，我早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么说我就明白了。那我跟咱俩一样，还给他重新做笔录，妈重新做笔录吧。把笔录做完了，拿过来了。这个云峰啊，哎，张哥，想的怎么样？哥呀，我想的还是有点闹挺。那你这么的，来，你自己看看他俩的笔录。他们当天，这是谁的呀？冯全的和那谁的小广的。哎呀，互殴、那我不知道咋回事，反正你问他们吧。啊，你再喊回来，这俩小弟回来，大哥。什么事儿？互殴了？怎么？咱不吃饭的进那屋吗？大哥，你喝多了。我他妈什么时候喝多了？大哥，你昨天是喝多了。那小广还能骗你吗？我都清楚，你喝多了。我喝多了？那人家说你喝多还有假吗？完了，那我喝多咋的了？这咱们不上街了吗？跟人家吵起来，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就着急紧绷的，你不腿不卡哪儿？卡折的。我腿是卡折的呀！啊，那就是子炮枪崩的，什么玩意儿崩的？你叫那真儿干啥呀？啊，你自己多寻思寻思去吧。你这两个兄弟啊，他俩挺明白，都是明白人。我现在发现就你不咋明白。小李啊，我说对不？对，张所，那个我跟你这么说吧，云峰啊，你别跟张所犟了。你有时候你不是太明白，那咋的？那个张所他这事儿，我给他往上整一整啊，不行，往给扔里头啊，给谁扔里头啊？给我扔里头，你有事儿？你事儿不少呢。冯全他是不是有事儿？大哥，你有的时候脑子你不灵光，大哥，你还是差点意思，大哥，你不灵光，卡的嘛，咱那天不卡的嘛？完了，人张所说意思，就这件事能给拿个二三十万，是不是？那卡的嘛，脑子那卡的，脑子不好使。小伙是这么回事吗？哥，你喝多了，卡的。秋泽，哥，我卡的。那他说卡就卡，我也不那天我不知道，我不搁家，那别说是你卡，哥要说你喝多确实稀里糊涂。我他妈咋整的我不知道。大哥你还是稀里糊涂，你这一天那真，哎，张所你别跟他一样，大哥有时候稀里糊涂。那你们几个劝劝他啊，完了这头如果行，给我打个电话，让他们见那个那帮人啊，打你们那帮人，给我送点米儿过来，都是互相打仗。一个小事儿啊，我先走了。嗯，我给你送点米过来，自己想吧啊。这头走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大哥呀，还没看明白呢，啥意思啊？人家要给咱们扔进去了，给咱们扔进去，告小李都找咱们后账了，要给咱扔进去，你咋还看不明白呢？那他妈你们现编的呀？啥玩意儿我现编的？可是人家教我怎么说、啊，他给我整出来这套词儿，我都不知道哥。这稀里糊涂的，得亏冯全反应快，要不然给我都这轱辘扔进去了。哥，我也没有招。哥呀，就是那，你就说喝多了，就是干仗就完了，就得了。人给拿点米儿，咱就认了得了。那我这辈子他妈拄拐撩子玩儿，就是拉倒了。你不拉倒咋整啊，哥呀？张所都说了，那他妈就行军那个，咱咋再找不知道？说他三叔以前不乐勒他，他总他妈出事儿，不勒他。人家是他妈富大大，他老邪乎了。哪天一伙给咱都整走咋整啊，哥呀？可拉鸡巴倒啊，哥啊！哥，你还是喝多了，哥，你自己琢磨琢磨吧，给这替这帮兄弟想一想，俺们养你老都行，哥啊，先把米儿整到手。那你看，这帮兄弟都这么说，这秋泽也说，哥呀，不行，认了呗，本身咱事儿是多，可东北过来不容易，可这嘎好不容易有一亩三分地儿，哥呀，俺们养活你啊，给你伺候走。滚你爹老懒子去，你就给我伺候，我他妈要给你整走。大哥，你看你别生气，你又喝多了还是咋的了？
想来想去，经过呀一晚上，把电话给张所捞下来。张所啊，我是云峰啊，你看看，这么的吧，你让他把米儿给我送来吧，这事儿拉倒吧。就这么的，张所把电话打给了邢军，邢军呢，搁自己的局子上拿了20个 W， 派阿文送到这儿的。妈，阿文往这这么一送，当时龙云峰以前在阿文的心里那都是大哥级人物，现在一瞅，像他妈像小蚂蚁似的。我大哥给你送的20个 W， 妈。啊，谢谢啊，不客气。扭头就走了，这头一回来，大哥送完了，怎么样啊？我瞅那几个一个人好像一个都呆了，也不咋的了，也不敢吱声了，不像以前那么威风了呢。啊，他妈的，这回给他灭了，妈给他灭了，我得给我三叔回个电话，给三叔回个电话了，三叔当时急了，以后有事别记不着我了啊，多少次了管你啊，你左一次右一次的，你咋寻思的啊？是我错了，三叔，妈我错了。那你看，这头这一完事以后呢，戴哥他俩呢搁家也喝酒，妈，这头龙云峰呢？就是你认也得认，你不认也得认，因为啥呢哥，你拳头小嘴也小，对吧，人家说你他妈跑偏你就跑偏，说你的脑袋有他妈犄角你就有犄角，你敢说你没有，你没有就给你整进去试试，妈把你以前的事都给你兜出来，这就是黑暗。哥为什么说东厂这么狠呢，那你要是没能力，那天哥碾死你就是跟蚂蚁一样，你就是那剃碎的羔羊。所以说咱讲的故事有些夸张，我是为了逗大家伙乐，你知道吗，我讲他们一身汗为了逗大家伙乐我才这么讲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哥，对不对，你自己什么都屁眼子都不干净的哥，你能咋的呀，你还这个那个这个的，不炫你就不错了哥。那你看就经过这件事，戴哥他们搁战西路一战成名，说把哪儿呢，把当时刘华路的这老他妈龙云峰都给打了，而且说拿米勒根崩的，人家出来了啥事都没有，对不对哥，哎，说这次咱们今天晚上的故事讲完了，那明天又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呢，跟